今天呢是我们民政委员会的第三天业务质询哈。那我们现在请洪金福议员质询，质询的时间是15分钟，请开始。对对对，主席，副市长，在场的一级主管哈，以及在场的好朋友议员，以及在场的媒体们朋友们，大家早。好，首先呢、我在关心哈原住民的事务问题哈，所以首先我要先问一下哈，我们原住民事务委员会的主委马耀国牧哈，因为你上任到现在哈，应该已经是将近4个月了，那所有的业务上，那应该你应该都很清楚了哈。首先问一下，你对原住民事务你所有的一些的团队哈，你认为他们的表现好不好？请问主委答复一下。请主委答复。向议员报告，我们自从我调来到台中市，跟我的同仁，我们有高度有默契、有高度互动的一个开始，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帮助。他们的一些的行政的这些的作业能力，你认为满意吗？就他们的专业来说，我尊重，但是基于我是新上任的，我会按我的需求来跟我的各级处的主管做适当的调整。因为你身为一个主委啊，是一个非常很重要的这个位置哈，因为整个原住民特区的原住民所有的议题啊，都在你这个主委里面呢、来去实行了、所以你的业务，承办人员这些如果不够努力的话，不够积极的话，对整个原住民的事务上有很大的影响，跟很大的一个损失，所以对原住民来讲，是很大的一个伤害。所以主委啊，你不能讲说尊重啊，你要做一个叮咛啊，在原住民事务上，如果说跟主委脱节，在整个业务上没办法推展的时候，你认为对原住民有帮助还是有害处？报告，跟你也报告，这4个月来，我确实是可以知道公务人员的专业跟习惯，那我们从社会到公务系统也有一些相对要磨合的地方。确实如我们议员所讲，倘若我们的积极度不够，确实有损我们族群的权益，我会照议员以及我的态度来秉持这个议员的提醒。所以啊，在103年的时间哈，有2次的定期大会，也有2次的业务的一个咨询，我都提出了我的看法。请问主委，在103年的部分，我所提出的，他有没有机会给你议员所关心的事情，跟一些的政策，有没有给你通知，跟你知会？跟议员报告。我一到人民会就做通盘的了解跟学习，那我们各级处的组长也做一一对前市府所留下重大的政策做一一的说明，在整个预算中显见这个说明中没有很完善，那也对议员的建议没有做积极的回应。请主委讲话的时候把麦克风提高一点，我听 你的声音好像太小。所以啊，我总觉得哈，我们所关心的议题啊，103年所关心的议题啊，到104年呐、都没有一个做好的每一项事情，包括的预算，包括预算。请问主委啊，那今年度的预算，你认为很满意吗？回报告议员。那就我们议会所通过的3亿多，那就纵观我们原住民的议题来说，却有显然的不够。就6都里面，它不是最多的。
我们会积极努力来编列更宽裕的预算。你有认真的去看吗？预算书你有认真看吗？在103年的预算，我们台中市预算是多少？编列预算多少？2亿左右，不包含中央的哦，不包含中央哦，不包含中央的。跟议员报告，如果去除我们中央的补助，我们将近1亿。我们是103市府编列的预算是1亿8千万。1亿8千万是。那104年编列多少？你看了没有？我们也是编列3亿2千万。3亿2千万了，对不对？是。那扣除啊，这个和平期啊，自治期的部分1亿10千万。是。包括这个资本门的部分5000多万。扣掉剩下多少你知道吗？剩下多少？剩下多少？加总起来我们会内的预算是在近1亿8千万。1亿8千万有那么多吗？有吗？是1亿8千万左右嘛，对不对？是。好，你看看1亿8千万左右，跟103年的预算是完全平衡。所以啊，你们说在103年的预算有增加，有增加到哪里？根本没有增加。而且呢，在这次的追加减预算，我们市府的追加减的预算原住民的部分是零。你看主委，你的手下有没有在认真啊？为原住民事务有没有在认真？所以这些都是你要把关的，这些应该你要堵住他们的，为什么没有增加？应该这次啊，我们整个市府的团队啊，在历史执政，在这次的所有的遴选应该都是非常优秀的一级主管。那么相信我们原住民委员会马耀古墓主委应该也是非常优秀的，因为你经过了很多的历练的经验，社会经验你非常的丰富啊，应该在你的经验的当中啊，应该好好的督促你的下属的单位才对啊。你下属的单位啊，你看看103年的预算1亿8千万，那现在还是停顿在那边，哪有成长？根本没有成长啊。所以有没有关心原住民事务？我们议员所提出的各项的政策有没有在去推动？根本没有推动，是零。所以这种那个团队，你认为说你刚刚还说你很满意，像这个团队不适任的应该把它调走，没有必要留在原民会这边，因为原民会的食物是非常薄，很多的议题啊，原住民的议题都在你们的一个提出里面，所以相关的一些的业务，如果今天所有的行政人员怠慢的话，那这种的业务怎么去推动？所有的食物怎么去发展？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啊，你要非常的认真的去堵住你的手下，这样可以吗？跟议员报告，会。所以啊，这次你当了这个主委啊，我们很多原住民在期待，认为说应该你这次会做得很好，所以应该做一个表现，所以让我们对其的原住民啊看到，至此我们的主委真的非常的认真，让人家知道我们这次花了历史执政之后呢，原住民事务委员会所有的业务都在成长，应该是这样，好不好？是。好，谢谢。关于民政，请坐一下。谢谢。关于民政的议题哈，请教一下，在局长哈，上次有提过，关于在
原住民哈、各区啊，因为人口哈、有很多超过1500个人口以上的非常的多，所以啊，在28个和区公所里面呢、我们是不是有超过1500个人口的人数啊？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个原住民的一个活动中心？我们在商讨中，在参考中。对，我上次有提过嘛，哈。有提过。所以啊，我认为这个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各区啊没有一个活动中心啊，所以只靠一个我们在遵义村有一个台中市原住民综合服务中心，只有在那边，但是在各区的活动中心没有。历次啊，我们各区的原住民啊要办活动，都没有一个场所，然后要借区域的一个场所，常常发生冲突啊，因为他认为讲说这不是你们原住民的活动中心啊，是当地的你的活动中心，所以常常起冲突。所以我是希望我们蔡局长，你对这个议题啊应该啊你要深入的去研讨看看，你是不是找个地方闲置的教室闲置的这个高架桥底下有那种空间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充分的来做利用，来做一个活动中心，这样可以吗？来做一个调查。我们要加强对原住民的这个照顾啦，那我再来寻觅看看哪一个地方合适。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原住民啊有了这个活动中心之后呢，他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在那个地方，甚至于我们原住民的老人啊现在目前也很多啊，对，我们可以把这些老人啊寄托在那边，包括原住民的小孩子啊都寄在那边，所以啊很多的需求啊，所以我向局长啊你要非常的用心，好不好？好。第二件事情就是关于哈那个各区公所啊，我们原住民很多的一些的事务啊要去乡公所要办理啊，但是很多区公所里面没有一个原住民的单一窗口啊，所以原住民要办事情啊他们认为怎么这么困难啊，因为认为讲说奇怪，在各区的一个区公所里面为什么没有一个原住民的单一窗口，认为我们在这个部分是不是建议啊我们是不是要设一个原住民的义民的一个单一窗口的协助协办原住民各项业务，可以吗？来演你看看好不好？演绎看看，哎，对，你不能再演绎啊，这个应该要马上办，这个是需求，不能演绎，你知道你到底意思吗？这个很重要的议题啊，原住民的事务在过去啊在还没有合并之前呢、就有一个单一窗口，但是合并之后呢变成没有单一窗口，这是很奇怪的，为什么要把它删除掉？所以这个部分呢、你要非常的关心，好不好？好，好，谢谢。关于这个人事处的问题哈，人事处啊，林处长哈，关于我们原住民事务委员会的人事的部分哈，现在还有几个缺没有补的，请问一下，林处长答复。好，谢谢主席，谢谢宏远。有几个缺没有补，因为九等以下授权那个主委来处理，所以请教主委可能会更清楚。请问一下主委，现在目前还有多少缺没有补的？我跟议员报告，我们现在目前有一个代职职代的，那去年预算通过之后，到现在是上缺，这个原额是缺一位，他的任期可以到明年的一月初。那正职的部分现在都满了，正职都满了。是。那请问一下，那个张启明，张启明这个专员的部分，专员的部分，他不在你的原民会里面服务，结果你们把他调到大甲区公所里面，那这个部分不是有一个缺额了吗？跟议员报告，他虽然是外调外派，但是他实际上的额还是占我们原民会的正职。
他为什么要站？他为什么要站？既然他不在原民会，你就想办法把他调走啊！他为什么要站的位置？又不在你那边服务，又没有协助你，那这个人事件非常奇怪啊！回应对原住民的工作保障法的一个部分，那很奇怪啊！明明他没有在这边上班。好，洪议员，我们时间到了哈，好，我们现在请张耀忠议员咨询，咨询时间十五分钟，那我稍微补充一下哈，我们市府的各局处的主管哈，等一下议员咨询的时候，请征求主席同意以后再答复哈。好，张耀忠议员，好，谢谢主席，各位副市长，包括咱现场所有的一级主管，还有我们的科室主管，我在这边要跟各位做一个十五分钟的一个质询。那如果有哈啊改进啊，没有的话也互相加勉，互相加勉哈。林佳龙市长在就任的当天，他提出了一个叫“百日有感”。副市长，我相信你知影了哈，百日有感哈。我今天不是要讲百日有感，他到底有没有感？我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我要讨论的就是说，百日有感，其实我认为它不是很重要啊。如果各位有读过历史的话，我记得百日有感是在罗斯福总统在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一段美国的经济非常的这个不好的时阵哈，他就任总统，在1933年就任总统以后，他做了一个非常手段，叫做百日，百日革新呐哈。等于讲是为着讲美国的经济，希望在绝对时间内底一个解决。但是呢，我认为呢，台中市政府目前的状况，台中市的状况无够这么严重了哈，所以我觉得百日有感。事实上它不重要，我认为重要什么呢？我觉得我们包括市府的团队每一天都应该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这样一个心态做你应该做的工作，做你分内应该做的工作，所以应该让每一个百日都有感，并不是说让第一个百日有感，这是我要对于这个百日有感的看法。好，那我今天要讲的意思就是说，百日有感不重要，但是什么东西重要呢？叫做身在宫门好修行呐，哈。局长在笑哈，我今麦要跟你讲哈，就讲，私人局长，我跟你讲，就讲你过去呢，你做过私人公司的董事长，啊，恁公司有偌济员工？你啊，你答者，你公司有偌济员工？主席，好，好，请局长答复。很简短就好了，这树林的树啊，我再跟你讲，偌济啦，差不多偌济讲去啦，有一百吧，都有啦。啊、哦，就请坐啦哈。好，我讲你三百好啦，讲你三百好。你可能说你一个小小的改革，好、哦，你一个改革，你可能是加惠到你几百个员工，好、哦，几百员工甚至都大型公司啊。我们副市长公司好像也不到好几百个哈、哦，好几百个哈、哦。但是呢？如果你身在宫门，什么叫身在宫门呢？都包括咱副市长，即马做副市长，包括你局长，好、哦，即马做局长，好、哦，包括吕建的副局长，吕建的局长，包括如芳，哈、哦，啊，即马做处长，这个都在宫门，这就是身在宫门。什么叫身在宫门好修行呢？如果你在你的职位上一个小小的革新动作，一个小小的改变动作。一个小小的体恤动作，你可能会让整个台中市272万的市民受惠。我讲艺术家呢，好，我讲艺术家呢，好。我这边讲这一组的，讲我其实，在上届议会，我其实做过一次建议，但是没有做。我期望我们的民政局局长蔡局长在任内，
甚至在很短很短的时间内你给做起来，好、哦，我希望讲你伫民政局内底吼，成立一个叫做后事科，后事啊，好、哦、后事啊，身后事的后事。我相信，包括我们的局长最近也常常跑一些，就是婚丧喜庆。你也感觉讲，咱咧招这个殡仪馆，招殡仪馆的时阵，或者是讲咱的亲朋好友有这个死亡的时候，好、哦，我想很多亲朋好友，很多你的朋友会跟你投诉。咱哦，为着要办身后事啦，什么叫身后事？好、哦，譬如说要办丧事，好、哦，丧事办完了，要办一个死亡登记，要办一个遗产继承，要办一个遗产的移转，包括一些福利的补助。你也不死人啦，还真正也不死人啊！好、哦，我常常讲说，已经家里有人身故，已经有够艰苦啊！好、哦，你要让这些家属疲于奔命啊，累到死啊！哈、哦，我你感觉这是非常不人道，非常令人感到情何以堪的事情。所以，我伫这要建议民政局伫上真早真短时间以来，甲成立一个叫做后事科啦。后事啊，身后事的后事科，当然后事科有牵到一些人力分配的问题，但是哦，因为今天时间真短，好、哦，啊，我已经替你问好啊，哈、哦，其实我们可以用调派人力的方式，譬如说你各单位哈、哦，包括跟丧葬有关的，包括这个财政啊，包括地政局啦哈、哦，包括民政局啦哈。哦包括税务局很多等等等单位，你在这个单位里面把它调拨一些人力出来，哦，这样人力够不够？还是不够哦，哦，啊，当然这包括很多东西，它是牵涉到中央主管机关的，中央主管机关怎么办？我希望就讲，包括拜托副市长，拜托民政局长，让去台北协调嘛，哦，中央主管的单位，他应该也调拨一些人力过来到这个，这个后事科里面来。人力够不够？还是不够，还是不够哈。啊，咱台中市政府就叫做人力专案小组了哈。秘书长起码是召集人，他的单位包括人事、主计、财政、秘书处。这個、人力专案小组，那你当用一挂行政助理，或者是讲以及约聘雇人员。你成立这样的一个后事科啦，我相信哦，全台中市民都会给你感谢。好、哦，用单一窗口解决后事问题，我相信哦，所有台中市民都给你感谢。如果你若做起来，我相信哦，这台中市做起来了哈、哦，各县市都会来跟你取经呐、啊。好、哦，这是我对你一个小小期许哈、哦，因为西安门的话，当然最好你答复哈、哦。这是我对后事科的一个这样子一个建议。好，来，各个来，小伟叫局长啊、哦，我想。你就任以后，那你请坐，你请坐哈。我相信你就任以后，我也一而再、再而三跟你讨论到很多我们社会局的一些福利的问题。我甚至啊还找了一些对这个学有专精啊、有经验的人跟你做一个对谈。但是我很遗憾的提供，包括那的中低收入、低收入户的认定啊，好、哦，这个大概目前还处于一个。一团乱的一个状态了，我一团乱，我认为对你不公平了哈。就是讲，很难达到我们给你的要求，对你的期待。哦，我们社会局还甚至发生过，我们的公务人员跑到人家那个，哦，这个辅导对象去讲电话啦，讲哦，你卖个申请啊，你个申请哦，你含中低收入你都无哦，卖个成为低收入户，这样子不够体恤的一个状态哈，我希望讲，咱的局长会当进一步来个改善呐哈，进一步来改善呐。我觉得很多阳光照不到的地方的黑暗的地方，这是咱起境外做的，好，所以要有政府，不就是说透过公的力量来帮助这些需要援助的人吗？啊，小局长，这句话对你一个小小的期许。如果你若好好做，吼、哦，唔那只人甲你感谢啦，吼、哦，我相信上帝嘛甲你感谢，真正，吼、哦，你做上帝工课啊，你在做上帝工课啦，吼、哦。那当然，我讲到这些事情，以外，吼、哦，好来，我决定啦，那个民政局局长来，
你用很短的时间告诉我说后四科可不可行？后四科可不可行？请局长答复。简单我刚刚张议员所建议的非常的好，因为有一些就是人这个就是往生以后要办理很多的这一个事务，而且我们现在目前来讲的话，以我们生管所已经有提供一个就是比较完整的后事处理的一本。我的用哎这麻烦，他跑很多单位，我基本上就是用单一窗口来处理后事问题。我这里演你啦，好不好？我演你了，我就报告。好啊，我对时间没法跟。最快的速度了，我拄啊跟咱唐副局长有讲过。下个会期再搞，好不好？应该差不多一个月内底。好，好，啊，请坐，请坐哈。啊，咱的社会局长，我拄来做这建议，你的看法怎么样？报告议员，我感觉这个部分非常重要。哎，都我议员所讲的哈，因为我们在查访的过程里面，有对我们低收、中低收不礼貌的地方，这个地方我一定会严加查处。好好好，请坐，好，请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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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请坐，安德华，安德华，安德华，哈，好。那当然我刚讲说，身在宫门好修行呐，嘛不是讲咱大家能做神书呢，好。那个副局长，我相信包括咱在座咱做在一级主管，我相信哦，您已经上任这么久啊。我相信这几个月以来，你们一定有听到一些对整个团队不友善，甚至修理我们团队，甚至搞我们团队打脸的一个状态。但是哦，我有当替恁哦，干嘛讲啊？恁用打脸的去用修理啊？恁用点点啦，都唔讲话啦。那我心里在想说，你们是真的不知道呢，还是说你们有？宰相肚子能撑船了、啊、哈，或者呢，根本你们就是个人自扫门前雪了，莫管他的瓦上山都不爱逮鸡，这是蔡世英逮鸡都不爱逮鸡，我不爱插吧那啦，我在想也有可能这个状态，外面有很多的事情，我不相信你们被打脸，你们会不知道。好，来，我这边讲几个例子给你听了、啊、哈，包括我最近在一个场合啊，我就听到隔壁桌人吃饭人在讲啊。有一个人甲问讲，恁公司安尼是要紧定不要紧啦？即马话市长了，他大言不惭的怎么说呢？市长换人无唔对啦吼，但是吼，所有的招标人员都是原班人马啦，市长换人搞无关系，吼，我一样是御用的公关顾问公司啦，好。那我也曾经听到一个前朝的御用建筑师啊，伊即马讲啊吼，伊即马伊讲伊嘛是赶快是御用建筑师啦。我讲这，我相信今仔日黄议员无伫咧，局长无伫，但是我相信有一张在网上，他在外面这样子放话，这你应该没澄清，或者说你们包括李如芳，包括我们蔡世颖，包括吕建德，包括一级主管。你们难道不用去清查一下？我公投公顾问公司，归你来，大家每天都是那一间，每次招标就是那一间，你敢没清查过吗？啊，我告诉你，光这拍一天，好像说我们招标人跟他美术盖有什么瓜葛的呀、啊？哦，这个都不用给他清查一下吗？不用清查吗？要吧？哦，啊，我告诉你，光这拍一天，后来阿哥讲这个，好、哦，讲这些，讲这些。有的东西真的要马上处理的啊！我对咱的团队形象影响是多哎，包括咱人员去用跟拍啊，去用媒体跟拍啊。这老实讲，这伫媒体出来是要是歹看啊，是足歹看啦。哦，啊，搁一挂，咱的工人也不晓得是有心还是故意的。包括一个区公所的民政局科长啊，也在接到电话啊。讲科长甲因讲啊，讲林佳龙市长要求每三个月。要评鉴一次，上个月评鉴就换人，跟我进来就无吧，无吧，还是前三个月吧，第一个三个月吧，不是每三个月吧？有听看不晓得？哦，这样没错吧？好，凡此种种，我都是在跟各位，拜托，好、哦，我们就替你们担心，百日有没有赶？那就不说了。但是我希望你用身在宫门好修行的心态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最后两分钟啊，来，我拜托副局长杜阿头啦，讲个结论啊，你给我答复一下，好不好？来，副局长是，请副市长答复。
啊，多谢咱张议员哈、哦。我问过嘿，我想身在公门好，相信这句真好了哈、哦。包括我家己感觉，头拄啊议员就讲，啊那积顺的心打脸脸咯。我来才坐两三工，我积顺咯，普通下就给你打脸了。哦，普通是的，普通下你往后就讲啊。好，那分做两种啦吼，种那是离议会质询，我个当主讲，因为我这两天了，议会质询是绝对合理的啦，啊、但是你讲我讲歹话，啊，我讲无事实的话，这都不用当啊。但是今麦这款人就变做讲，爱有人传到阮家来，阮家在这第一的哈。当然，今麦议员讲出来，我就开始去思考了，到底是不是有什么异用？这不应该的，民主社会不应当这异用的观念。迄、那个人的观念那是安尼，阮得要求咱所有局处。哎、欸，你若听到，咱就特别甲了解者，是毋是真正有污的，爱做处理咯？啊，无处理，咱今日毋是讲政党轮替都爱安怎？是，但是最少无合理的代志爱经过。我补充一下，我惊大家误会的意思哈。李克建公司，伊是虽然他是浅草的御用，但是好公司，那么继续个御用啊，公平就是安尼啊。卖对，咱是好甲歹来负责。好，张议员，时间到。好。好。时间到啊、哦。好。好。好，谢谢。好，张议员，时间到，我们请下一位陈清龙议员质询十五分钟。啊。啊，主席。啊，副市长，各位及主管哈、啊，各位媒体记者，我们议员同仁哈、啊，大家早安，大家好。好，做者召集人照讲哦，爱书面咨询啊，但是我确看哦，专一寡意见、甲问题、甲建议哦，无讲真艰苦。来，那个，请我们那个帮我播放一下那个影片哈、哦。那个社会局局长，上个礼拜有一个。年轻的爸爸、啊、背着一个 baby 啊，在做那个纱窗啊，你有看到这个新闻吗？有看到报纸无啦？各位议员，有，我有看到。有啦哦，是。我问你，是，这个应该不是在咱台中嘛，对不？报告，是伫咧南部。伫台中，你咧拖一条龙，你有安那好领无？报告，报告议员，会使，会使领，会使领，会使领，一定可以领，会使。领多少？胸前还背着一个小 baby， 做起事来有。那我这位就报告议员啦，我即马先看伊的迄个税率啦，啊，我相信伊应该有20%以下啦，啊，伊若有，咱的中央3000，啊，过来，咱即马好，啊，够有迄、那个，伊若有迄、那个，迄个多余的部分，咱来增加。这个是0到2岁没问题嘛？0到2岁没问题嘛？问唔对，0到2岁。你也没办法，他有没有没有办法确定他的所得税率要在20%以下，还是要有夫妻一方啊为就业，他才可以领到中央嘛，对不对？问不对，你体检委没有规定嘛，只要0到2岁通通可以领嘛。就啊，另外，因为是符合低收、中低收、特低。我没跟你讲低收，所以我一直觉得。你的托育一条龙，拢无甲民众讲清楚。嗯，伊是中央要领，是有条件的。一个父母双方未就业，或一方未就业，或所得税率20%以下，他0到2岁才可以领。是，不对，你都没有讲清楚。第二个，台中市政府你现在要给他的，只要他在保姆。在托婴中心，他才可以领。我刚刚直接问你，你说这样可以领，他根本没有去给保姆带，他也没有去托婴中心，要安怎领你的2000块至3000块？你乱来你！不，报告议员，我拄仔讲的是讲，伊会使领迄个中央迄个部分，啊，地方，阮这边，阮即马迄个，所以中央也有条件，啊，是不？地方也有条件。对不对？问对，很清楚嘛。是，你的宣导有没有讲到这些条件呐、啊？啊，拢总扛起来。不，该对话吼，功夫。伊迄个海报，阮拢有，阮拢有迄、那个，拢有说明。好，
那是二择一嘛，有条件才能领，没条件是不能领的哦。你要回答清楚，你赶快做主席啊！你摸一下，外面门里向来讲，有，三千加六千，几千加起来，用领八千，领几千，到时无搞，你就完蛋了。好，那我再问你，我们现在的保姆啊，保姆系统可以收偌济偌济银啊？保姆系统，零到二岁，保姆系统用是偌济银啊？还是做偷偷？偷偷啊！我问你偷偷啊？好，差不多六千五左右。用收六千个金啊？六千五，六千五，零到两岁可以收六千五。是的，所有的保姆系统加托婴中心，不唔对。那目前零到二岁有多少个婴儿？报告议员，我们台中市每一年大约有2万5啦，零到两岁1万5嘛。每一年2万5啊，所以每一年2万5大概5班，不唔对，5班的婴啊。是，你敢有法度收你的保姆系统托婴中心改账收6500？是，所以要做43500的婴啊，是无摕到你拖一条龙的补助，对不？对，不唔对。对对，你就要讲好清楚啊！对，真正的问题点出来了哈。零到两岁5万个小朋友，其实可以享受你托育一条龙的，才接近6500个小朋友。所以咱拢总要到43500囡仔，是没办法享受托育一条龙。为什么你的政策不讲清楚？另外，对啦，但是我向你报告，但是不能够一夜多。标准的，囡仔嫁人饲吼，有钱了，就是这6500的呀、啊，给保姆，给托婴中心，你就有钱可以领。但是你家己饲吼，要都有4万块的囡仔，家己饲啊，是无半仙钱。这个托婴中心，真的中央的保温，5%40%有好听哦。好，真正的核心在这里，我要让我们所有的市民了解，托育一条龙底下有我们的漏洞，这个漏洞非常大，在文宣从来没有讲，没有讲。母亲节的前夕，我跟局长讲，请你跟市长讲，你的托育一条龙还有那么多的小龙没有被你照顾到，要讲得清清楚楚啊！来自母亲啊的呼唤啊，寻找啊没有照顾到的这些小龙啊，你无照顾到，比你有照顾到较济啦。局长，局长，你无照顾到，比你有照顾到较济，这个实际问题，你一定要去谈清楚，唔好糊弄这些市民。所以你一直讲台北的育儿津贴，你的财政没办法负担。但是我要告诉你，至少你怎么要来执行你的托育条龙？你的托婴中心要不要增加？你的保姆要不要？保姆系统要不要增加？必须要。保姆系统你这样有哪个系统？红丸啊，关高窟啊。你的保姆系统红丸关高窟，红丸的。托婴中心盖有收30个囡仔，规个大山城高雄镇后方三城市区谭雅神盖有收30个囡仔呢？啊，你不把重点去推广这个平价的托育中心，对不对？你伫只讲你推一条龙，偌好都偌好，个是偌济家庭偌济囡仔无法度摕到这个福利。包装起来那么漂亮，是最想提到的招数啊，招数。另外，我再问你，你哪讲托育一条龙？这次母亲节啊，你们林佳龙林市长哦，第五下几钟会哦，天下的妈妈哦，是，他讲到说全力推展托育一条龙，托老一条龙，是，托老一条龙，是，你有托老一条龙的政策吗？报告议员，我们现在目前哈有迄个长青快迄、那个社区关怀据点217点，另外还有迄个8处哈，迄、那个长青快乐学堂啊，今嘛我嘛积极爱含教育局这边来协调哈，因今嘛迄个闲置中迄、那个中小学，希望未来咱这个社区关怀据点是社区关怀据点是一个骗人的，当然你们很努力在做，
如果你今天要好好的做到托老，应该要去设托老中心、托老所。您不敢去做托老所，您就去做什么社区照顾关怀据点，做一个优。过去那是您吴志强市长那当中的优，您今啊无去思考，这一次的追加减预算，你的预算就在托育一条龙，变个好听。托老的部分啊，拢无变，托老的部分拢无变。你没有办法去提出一个我要设立托老所、托老中心，是对吗？社区老人关怀据点要让他来取代托老所。嗯，社区关怀据点一个礼拜才几次？哎，一次，一天，一天，啊、是社区的志工，社区的志工来协助，是，没错，好在老外人时间有一个时间后来做伙一下，是是是。这个跟我们的托老的目标差距有多大？一定做读社会阿个，不会玩差价者，差价者，不对。林家良市长有迄个能力后来广设托老托老所吧？不会玩，在我任内我全力推动，因为这把公话写，这把是我做小的局长应该有的责任，阿个个目标。你们现在的社区啊，嗯，关怀据点。的一个运作，其实社区关怀据点每一个负责拢讲真辛苦，恁的经费补助真少，啊靠这志工，靠这人家企业家硬来关硬来募款，你们就把那宣传这叫做你们的托老的政绩，所以啊，我是这个局长提醒哦，你们的政策啊，不要托育一条龙啊，托老就一条虫啊，你这个鬼。追加减真的拖一条龙啊，拖老一条虫啊，对老外人拢无重视、无照顾，变得假牙是在卫生局诶，也不是在你社会局咧。你社会局对老外人安怎重视、安怎疼他，对不对？所以啊，你应该要给市长做一个建议，跟市长讲清楚，拖一条龙。要做四万块囡仔照顾袂到啊！嗯，拖老一条虫啊，根本拖老所都无做啊！整个这样的关怀的一个政策要去处理啊！所以，局长，我今仔对你真好啊！我敢要甲替阮的市民来主张啊！是，区区有公立的托婴中心，嗯，区区有公立的托老中心，就是托老所，嗯，你的托婴中心啊。社区保姆系统，今仔到六个区嘛，是不对。我到29区拢有无？够答应。你的托老中心，到今仔拢用社区关怀据点。是。你的长青快乐学堂才几个？八。不对。要欠21个，可以吗？有没有目标？报告议员，我尽力来。以你做社会局长、伫林家良的领导之下。是不是能够跟林市长专案来提出他对托育托老的整个完整的配套、完整的政策？各位委员，这个部分我来专力来提供。其实我也是，我代表民进党来台中市小的要求您啦，是不对？哎，区区有公立的托育中心，区区有公立的托老中心，是，这是咱政策目标，好不好？各位委员，迄、那个 I cannot agree more， 我一定会全力推动。好，最后我在区长请坐。谢谢。我们丰原区长在哦，来来来，丰原区长，来那个观音山啊，观音山那个清明扫墓啊，咱敢是拢有扫墓公车嘛，对吧？对吧？对嘛啊、哦，这个对市民的需要，你觉得需不需要？需要。非常需要，对不对？啊，你有听到讲这个扫墓公车啊？咱现在执行的这个天数啊，就是不够。咱是清明前啊，一个月才开始嘛。啊，足侪人讲希望啊，过年后啊，元宵节就会当开始嘛，吼、哦。因为丰原观音山啊，这只要啊清明吼、哦，北方就是塞车啦，人无敢去的啦，拢堵。丰原区公所过去就是用扫墓专车。但是因为经费的问题，所以咱拢是清明前一个月啊，
利用礼拜六、礼拜天呐、啊，才进行扫墓专车哈。区长，您请回座。民政局蔡局长，你看，你局长也听到这个声音，你的感觉安怎？局长，请答复。好，这扫墓专车我感觉真好啦，较袂塞车安尼啦。啊，我听讲无够啊，天数不够啊。啊，无够。如果系当地元宵过年，元宵后就开始来开办安尼，你看有可能无？是不是我来甲公所研究看讲到底这个？这样你就无成局长的作风啊嘞！你今仔这个回答已经变油条了，无成你做请做局长迄三个月。要讲以你的个性，听到这个问题，我期待答案不是安尼哦。来，区长已经跟你讲有这个需求，而且真正有这个需求。我现在问局长，你要安怎来处理？这个需求，你讲要这个区长好好研究讨论，这样有像蔡世银吗？请回答。局长，请答复。主席，即马咧啦吼，第经费那议会支持，哎，卖杀过来议会，议会决定支持。你成功，你有甲编无？无，我先编来，予宏源区公所，将阮每年的清明的扫墓专车。从既有的清明前一个月往前延伸到元宵节过后就开始会用的无？第二，我先讲我的想法吼，你知影者，我唔是讲我无法杀你啦。第二讲爱有人做啦，啊，一定有人做啦，肯定就知啊。啊，有人做就全力配合。我一定有人做，你捌去观观音山无？啊，我唔捌。我带你来观摩，来考察者。好，谢谢陈议员。那我们接着下一位是林汝州议员，持续时间十五分钟。感谢主席哈，副局长哈，各局处局长哈，处长啊哈，各科长、媒体的好朋友哈，各位同仁哦，大家好早哈。好。阿沙利局长哦，阿沙利耶，蔡局长，所有局处长，所有的乡亲。啊，是我的同仁拢感觉讲你食阿沙利，对唔对？主席，做代志都是爱果断啦吼，该啷爱做的，咱都爱积极来做安尼啦。吼、哦，阿沙利是果断积极啦吼，唔是哦，寡雄啊去塞唔掉去啊，唔是安尼啦吼，你请坐啦吼，对唔对？本身哦，我爱问你想要的问题啦吼，为个。我看有进前有人咧问你讲哦，台中市拢做几里啦、几人啦？这实在讲的哦，有当时啊，你向要叫你吼，你除非暗念啦，除非哦，食有心，搁食有心哦，才会当随时回答出来啦。我本身问你吼，较大的问题啦，互你吼一声就有在回答。台中市拢做几区？回答。陈局长答复。二十九区，足简单的吼。谢谢。啊，刷入去二十九区哦。大 A 啦，区公所有偌济人？一千大约一千六百八十几个，安尼可能哦。你即个工有真是有用心，暗时哦，大别伫哩位啦吼。啊，加上户政事务所的人员，加上生命礼仪所，加上你基本部哦，拢总有偌济人？差不多三千个左右啦。安尼真是有用心啦吼。啊，三千我离你连输万五，破两万，我还佫差万外人哦。安尼连数也无够啦吼，按赞也无够，够无？无够。啊，本身爱加入。欢迎，欢迎哦，局长。是。我即马吼，甲你问即个问题吼，就是要凸显一个问题啦吼。民进党吼，会使讲吼，业务非常的繁杂啦，虾米代志哦，都是站在第一线啦。阿沙利，你的个性哦，拿来和我做朋友会下啦，但是在公部门啦。你是局长，我是议员啦，做侪代志吼，需要探讨啦，需要思考啦，啊嘛需要你头先讲的经费问题啦。对。局长要做工去，市长是不是要答应？市长有市长的考量哦，啊整体有整体财政的考量哦，所以讲哦，你是真认真啦，想要把代志做好好啦。啊，想要吼、哦，含这议员啦、啊，包括所有的乡亲哦，感觉比较接近的，亲和力比较好的，
这哦本身拢甲你娱乐啦，但是在公部门啦吼，头拄我看张耀宗咧执行哦，讲哦人才公门好修行啦吼，但是哦本身对你歧视啦，凡事哦是渐进式吼，到达滴滴做去啦吼，只要有迄心啦，有迄用心哦，我相信哦未来民进党哦。在乡亲的认为啦，啊是讲服务各方面啦，我想哦会当渐入佳境啦。但是哦，唔通台湾话讲一句话，食紧弄破碗吼，啊讲了伤紧哦，做些代志讲了伤紧哦，让人家哦认为说这个人哦，这个人敢那嘴讲讲的吼，后壁要哪收尾吼，这才是重点啦，重点啦吼，你有认同无啦？诶，认同。哦，你老认同哦，本是此时啦，即马才四个月连尔啦，我甲你吼、哦，搁看下吼、哦，下个会期啦，总执行哦，我再过来和你探讨啦，好，好不好？好，加油啦，好啦，坐了。副市长，我请教一下吼、哦，前朝讲34项重要建设啦吼、哦，那即马足侪乡亲哦，包括哦，我也足侪同仁讲，34项大家了解的是干哪？BRT 已经改，讲七月初八要改专用道了嘛？台湾塔在市长认为，那个消息讲啊，讲台湾塔无啥想要做啊。那么就你了解，34项内底，即嘛目前啦，好的嘛有好的啊，要延续的几项，有回答吗？公用事业，嘿，主席。好，请副市长答复。好，回报林议员哈，34项内底有认真的思考了哈。当然，大家听到的大部分是不爱做的，因为不爱做才会浮出来啊。所以，那认真讲起来，不讲不爱做，大概会渐渐减少。好，你请坐。啊，不爱做的几项？歹势，这可能爱看其他的局处，我都回答。你无了解啦，好，今日区再来请教你，你无了解，我见你请坐。我即马讲个啦吼，好的政策哦是延续性的啦。你34项哦，所有各级处长哦，即马在座的就好啦，不包含科长啦。知影讲市长歹做几项，啊外迄个几项要延续的，了解的人举手，了解的人举手，无人了解吼、哦，无人敢举手吼、哦，真是无人了解讲到底即马。台中市政府以前的34项，几项歪做，几项要去延续性，无了解嘛？无了解啦，那我主席，我请教研考，我们的主任啦、啊、哈，你话无了解、啊？答复，你也不了解吗？主席，报告议员，我大概都有掌握，但是要一项一项念出来是比较困难。那看然后。以上念出来，如果可以念三项，我可以跟你报告。你是干嘛讲哦？要叫你一下一届哦，念到三四项，你手底无资料啦，这哦值得原谅。但是哦，我要阁请教你一个问题啦。是。所有你都唔知讲，市府大几项要做，大几项要做啊？我怎么看啦？要你那对台中市政府哦，你做研考应该去了解。啊，你那规个三四项哦，规个拢把它下架，所有都把它下架。你唔做。市长唔做下架，我紧每大家乡亲拢了解。啊，你市政府脸书，无你市政府迄个网站是规个公开，你让规个大台中市民会当了解，你怎甲下架？啊，即摆我讲个啦，我别项莫讲啦。本色个故乡哦，真关心个啦，四号道路延伸线啦，大肚山自然公园啦，迄拢开始拢完成。20%，啊！即摆后摆今年完成较重啥个？啊，我毋着一叫我一叫去问。啊，若乡亲要了解吼，煞无得通了解。啊，毋着爱去议员服务处，啊，议员再去甲各局个去问，这样恰当吗？这样恰当吗？是毋是安尼？你坐啦。我感觉我讲研考是安尼啦，掌管吼，你所有大台中市府吼，未来吼重要建设，那么重要建设吼，嘛是吼。为咱大台中整体发展哦，咧做拍拼啦。我相信哦，你讲台湾塔、BRT， 各个有改进的空间，来检讨，这拢无要紧啦。但是，这足侪建设哦，
是延续性的。我感觉这几个整个的市府吼，新市长讲要百日游感，我讲吼，那一年两年有游感吼，大家都要吃满意啊啦。政策啦，施政啦，是渐进式的啦，唔是大官用效的啦。副市长，我讲你有认同无？你回答一下好不好？请副市长答复。好，当然是延续的，所以头先你甲问的是我讲，那无讲不爱做的，大概伊就是有在进行。所以我当然同意你讲的，不会咱来继续。车子你同意得啦哈。好，主任，即马呢啦，书面。我这嘛歹为难你啦，歹叫你硬讲啦。书面这几天来吼，把所有34项建设吼，有要检讨的、注意检视的，市长讲要检视的，大几项有延续性的，你爱内管。我即摆讲的，这有记录哟。你内管哦，逐年哦，进行逐年哦，人要完成的工期哦，我希望你督促。到时阵哦，那各个项目完成的，你无督促哦，我咧讲哦，恁拢爱记过。你记录起来，这有记录的，这样好不好？好，没问题。好，那你听坐。我再来讲一项问题哈，即马哦，大家足关心的哦，跟市民息息相关的哦，嘛不一定是台湾塔啦 ，BRT 当然是人会坐啦，啊，公车哦，七月吹杯吼，赛人哦，才知影讲哦，好甲歹啦。啊好，得去延续歹吼，得爱去思考吼，看要安怎做啦。副市长啊，这是既然做副市长哦，一个市长哦嘛无外劳啦。台中市之大哦，非一人能独自啦。足侪无聊，足侪各角色的吼。那科长哦，蔡市长，科长若无甲你斗帮忙，副局长若无甲你斗帮忙哦，你一个嘛无外劳啦。所以讲哦，足侪政策哦是整个团队啦。啊，整个团队哦，横向、纵向哦，拢无联系哦，就嘻嘻哈哈啦。黏咪吼，卖讲百日游感啦，过一年吼，所有的问题都跑出来了啦，所有的问题都绝对拢走出来。那么，即马大家拢关心哦，一般民众哦，食安啦，啊，含磷地都有毒啦，空气污染啦。我即马吼，就讲哦，华智局长吼，你的工作报告吼，本席要拜读。你吼在头下吼，前年就讲哦。你会主动出击啦，吼啊！那个订哦，协助各级吼订哦相关的自治条例啦。我感觉讲哦，这有当时啊中央哦会法令哦缓不济急啦。咱大台中市吼是直辖市啦，吼是县辖市啊，吼这要如何哦？你法治市能够配咱县辖市来订哦有效，啊个严惩重罚的自治办法。好，咱的家己的大台中市民哦，对着这些毒啦，即马吼，拢咧网络拢流传，讲哦，台湾人假勇敢啦，对早起哦，洗嘴哦，都三聚氰胺啦，过来食早餐哦，冒毒啦，过来中昼吼买便当哦，有瘦肉精啦，啊，到下晡到了我记袂完啦吼，所以讲哦，或者称赞讲或者勇敢的台湾人，那么本席在这边。我们的华智局长，就你的认知啦，就你的才识啦，你感觉讲，咱要为大台中市民来做这有毒的空气哦，要定自治来严惩重罚吼，你有啥物办法？请你回答，我让你讲分半请局长答复。OK， 谢谢主席，谢谢议员的指教。那关于台中市作为一个直辖市，伊那边是消费者保护名定。会当独步六都，会当勇夺第一，会当做以下的代志。第一项是咱一定做到的，就是咱家己有咱家己的台中市消费者保护自治条例，伊甲中央的消保法来讲，是一个社会级的法源。第二项，咱甲其他的局处来做一个配合，那订各种自治条例甲自治规则，比如讲咱甲卫生局做一个配合。和卫生局有一个食安奖励的办法，啊，这个办法的规定很仔细，会当讲是六都内底是上好的。第三项就是咱做一个直辖市，唔呐用这个直辖市的规格来看代志，咱甲中彰投合并来做一个属扣，咱有中彰投的消费者律师团来成军，
那以上的这些作为，确确实实会当讲是咱恒主席六都内底上好的。局长，你讲的吼，是讲哦，我讲的意思是讲，你是不是可以哦，叫我们直辖市哦自己订立自治办法，中央不做吼，咱地方家己来做。啊，你讲的哦，啊念啊乐乐等吼，事实上哦，我嘛听无真清楚啦。啊，我希望讲你书面啦，书面吼、哦。你要哪协助？你既然吼、哦、工作报告吼、哦，这本哦写真清楚啦吼、哦。我各级处长吼、哦，这不是凊彩写写，这拢会随时哦，会当提出来用检验，不是哦，叫顶改写写就好啊。那么我希望本席啦，直接希望讲哦，你近期间啦，啊所有的包括一挂有毒的物件啦，你可以去私讯嘛。即马媒体都第一嘛毒嘛。空气哦，嘛冻嘛，二点五嘛，啊，还有一些物件，拢是有毒的物件哦。你是要哪协助啦？你主动出击啊？当然，卫生局啦、环保局啦、各局处哦，后摆滴我伫总执行我嘛，看这段期间哦，你还没配合你安怎？啊，要安定这是什么条例？市长也伫啊，伊若同意的话，就赶紧去实行。中央不爱做的物件哦。连家己来做啦，你要靠中央哦、喔，盐水救不了近河啦。做些代志哦，咱家己若拍拼来做吼、喔，我相信哦、喔，对大台中市民哦、喔，一定有真大的帮助啦。啊嘛吼、喔，我相信啦，最好吼、喔，我伫全国吼、喔，全国啦，卖咧讲科批假情啦，这样啦最好吼、喔，民众吼、喔，乡亲哦欢迎哦、喔，大台中市吼、喔，这是乡亲的迄个福利啦，这样好不好？你书面，你嘛书面，你书面，你看看你要哪做，好不好？行，好吧。主席，告假。好，我们谢谢林议员。接着呢是王立任议员质询哈。那王议员和陈世凯议员共用15分钟，请。好，主席，我们市府的同仁啊，我们的媒体先进，大家早安，大家好。好。本席想要请教一下我们社会局局长哈，就是说我想我们现在一直在努力的推动托育一条龙了哈。那刚刚我们的陈清荣陈议员也发现了，事实上对于这个真正照顾到的人数其实是蛮少的哈，5万多人只有6000多人受到照顾哈。那本席想问一下，那我们的托老政策大概有什么样的想法？好，主席。主席，拍摄，我唔知向OK。请局长答复。是啊，向议员原报告，我迄、那个第一个澄清，迄、那个咱即唔是讲6000万人，唔是6000万人了，啊，佫有当中央的部分占咱所有迄个40%哦，好，所以对做第一个澄清。针对那个托老政策，向议员报告哈。好，咱即马迄个这个部分上主要，咱即马有中央哈，咱配合中央的迄、那个就是迄、那个有社区关怀据点。我们本市的，我们市政府、本市的迄个部分，我即马向议员报告，我们现在目前有8处长青快乐学堂。今年我们预计再开4所，好，啊，另外、啊，然后现在最重要的事实上就是要跟教育局这边闲中小学闲置空间的部分，整个空间的部分能够解决经费，还有志工的部分，这三个重要的这一个哈，我们就能够全线来推开。那我想请问一下，你知道今年3月台北市发生了一个父亲掐死老妈儿这个事件吗？是，没错。好，然后本席也请你再看一下哈，是在高雄，我们也发现。这个父亲叫小孩子把母亲的这个拔掉，然后让他在停尸间等死。是的，你觉得我们台中市目前这样的状况，就是说我们需要长照的人多还是少？哦，报告议员，咱今麦台中哈、哦、中龄迄个老人人口是267000，27万，啊，迄个咱今麦失能率哈、哦、9.94%，大概百分之几？好啊，所以咱今年哈、哦，咱今麦好，我跟你说句好的啦。从101年是25000多了哈，106年到了26000多，到了103年到了28000多哈，是的，到了104年只有我们统计到3月，又比之前又增加了，是的，也就是说每一年都在增加，嗯，那你觉得我们这样做这些够吗？8元绝对不够。好，那除了
你刚刚讲的之外，你还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好，报告议员哈，现在目前就是说，对于我们对于本局现在目前所负责的那个老人政策，我们现在目前有两个政策，一个是健康老人，一个是不健康。是健康老人部分，金马单金马的。好，你针对长照来讲。好，针对长照，那个多少给用给我们报告，我们现在目前9.94%的失能率了哈，是预估到2025，我现在已经有一个推估哈，大概会再成长一倍。好，啊，咱今麦这个部分，我今麦就是讲，主要政策哈，主要就是说，一个咱讲一些啦，来中央哈，长照保险法跟长照服务法这部分必须要赶快加速来通过。啊，咱这个部分，另外其他的部分就是讲，啊，有关一区一日照，那个部分哈，我们现在目前也在那个加紧推进。但是向议员报告，我的想法还是比较属于北欧的，就是讲哈，上重要嘛是要健康的老人，就是讲尽量哈，这老人哈，无缘家哈，无法度去破病啦。看一下哈。我们现在失能的人口，你看它的数据是这样子哦。是的。最后这一段不是因为它的数据趋于平缓哦，是因为我们现在只统计到三月哦。没错。就是说，我们目前来讲，我们的失能的人口数一直在攀升。是的。所以你一直讲说要让它健康，目前我们的现况就不是这样子啊。目前我们的失能人数就一直增加。是的。那你该怎么做？报告议员，我现在目前哈这边的话就是说，有分那个短期跟那个长期啦哈。啊，一类短期的部分的话，温金马腿公一类有借保分，我们现在目前有跟宏道那边，我们在推动那个所谓走动式啊，你不能类似像日本的走动式管理。啊，主要是管理诶这类保温啊，另外这保温，我们现在目前就是也辅导，我们现在目前现有的哈，南京嘛有65处啊，还有一类养护机构，还有那个卫生局这边。好，那我再问你，长照最需要的就是看护。正确。那你觉得是我们现在的看护的这样的一个目前的状况，你觉得怎么样？报告议员，我觉得我个人不满意啦。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看护很多事实上还是大量运用外劳，那个人按照我个人看法，其实最好是不要用外劳，最好应该是政府在这边应该有积极的作为。不要用外劳，你有什么想法？报告议员，应该逐年来降低，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本国的照顾服务员的薪资要减轻，而且最重要的，我们应该引进我们现在目前的先进科技照顾科技。再给你一个数据，你说我们的外劳要慢，外劳的看护要慢慢减少，对不对？是的，是的。我再给你看一个数据好了，从101年开始，我们是20904人哈，是的。到了102年，我们是21364人，到了103年，我们是22107人哈。到了今年的三月，我们是22724人，是的。我想你看不出这个数据的可怕性啊。我跟你讲，我算过了，101年到102年，每一个月大概增加了38.3人呐，是，以12个月来平均，没错，到了102年到103年，你知道每个月平均增加多少人？你知道吗？倍数成长，变成61.92人，然后103年年底到今年三月，你看看变成多少？你认为会变成多少？会包也，因为它一定增，因为我们老化速度哈是非常，就是好，那个事实上是这样一个 curve， 所以基本上一定是倍数了。每一个月增加了205人啊。是的。所以你说你想要让我们的外劳降低，可能吗？以目前这种数据来讲，你可能吗？包议员，那所以就我们政府要那个要加大我们的那个整个速度，包括地方，而且最重要，我认为是中央啦啊，所以中央我认为长照保险法、长照服务法必须尽速通过。好，把这个整个这一个裁员赶快引进。除了中央以外，难道我们市府没有可因应的方法吗？包括议员，我们现在目前现在这边，我们现在最主要就是说，我们现在台中这边已经在推出小规模多机能，而跟议员报告，这专攻得嘞。好，我再跟你讲，你刚刚讲到空间，我再跟你说，你知道清水一个老人安养中心，你知道吗？不知道。所以不知道。报告是哪？报告是抱歉是哪一家？抱歉是清水哪一家？清水的老人安养中心。你知道这个是我们啊，西西公部门的机构，你知道吗？我了解，我知嘿。他在民国85年开始营运，是。哦，当然那时候是台中县的时代，是是。你知道他在什么时候结束营运吗？抱歉，不知道。他在98年的9月是结束营运。嗯哼。你刚刚说了，你们积极在找国闲置的国小，要增加它的空间。请问一下，这个不是闲置空间吗？你还要找国小吗？你为什么不直接赶快去了解，赶快去让它重新开放，重新使用呢？你还在找空间，这对吗？保安员，这个部分我们已经在规划了。清水，你说清水安养中心这边已经在规划。时间，你什么时候可以做到？
可以让他重新开始。包委员，我会尽速这一块赶快让他。尽速是什么时候？你说你们已经开始规划了。是。对，什么时候？包委员，十月份。今年十月份，你会让他重新开始吗？是的。好，那你就请你，我想，嗯哼，既然我们的林市长开始做托育，然后也对托老有很好的想法，也有很好的对市民也说了很多的承诺。嗯哼，我希望我们的社会局一定要很积极的来办理，尤其在我们清水安养中心，嗯哼哼，它曾经是大家非常称赞的地方，是，可是它已经闲置到现在。已经快六年了哈，已经快六年了。嗯，我们希望就像局长你所说的，是，在今年的十月，我们希望看到它重新开始，然后呢，让我们海线的居民能够有一个好的安养，而且是一个让我们能够负担得起的安养的中心。报告委员，希望你确实做到。报告委员，这份我一定那个全力以赴。OK， 好。嗯、谢谢哈、哦，局长，请坐。哎，再来。昨天台中市发生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在向上路，也就是特三号道路，发生了一件很重大的车祸。那这个车祸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讲？因为这个车祸在同一个路段不是第一次发生死亡车祸，昨天总共死了三个人，但是在八年前同一个路段同一个地点曾经死了四个人。媒体也有写，在这几年里面，同一个路段发生很多次的车祸，但是还好，有很多次只有人受伤，没有人身亡。但这一次很不幸，有人身亡。我想，身为一个负责任的市府，当然我们对于发生事情的路段，我们要有改善的计划。过去八年，从来没有做过任何的改善，所以车祸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运气好只有受伤，运气不好就有人身亡。这次车祸发生了，我想问我们市府的所有的同仁，重大事故发生了，市府要如何因应？在这个地方我直接问几个局处，我先问民政局，民政局长，这个车祸发生之后，民政局有做任何相关的作为吗？第一个，我第一时间齁，因为有伤者有死亡，所以我马上请这个我们的这个殡仪馆这边准备。第二个，我等一下议会完了以后，我马上就到这个医院去做慰问，还有伤者的这一个我本身个人的慰问金的发放。你本身个人慰问金的发放是？那我们公部门可以协助在民政局的部分，除了殡仪馆之外，你民政局还可以做什么？我会请区公所这边全力协助家属哈，他就是说能够做一些比如说。哎，这个安慰，然后我个人的一个建议啦，这个路段应该是这个机车跟这个汽车要分流啦，哦，所以讲应该是汽车袂使东西，因为路线伤过宽。好，局长，谢谢，我要跟你这交通局管的，是，我只是要知影讲你民政局做过。我就已经有合作工作，等下要去看。好，请坐，来，接下来我来问的是我们的劳工局，因为昨天出事的人里面一定也有我们的劳工。有可能他也是在上班的过程或者下班的路上，请问劳工局长，你有没有掌握这件事情？请局长答复。谢谢议员哦。这个部分我们也是在第一时间，我们的 FAP 的各管员就已经先跟医院，因为人员进去以后，我们要先了解身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有积极在确认，如果具有受雇劳工的身份，而且是在涉及在台中市在台中工作的话，不要说如果目前出事的这三个人里面有几个是台中市涉及在台中市的劳工。目前确认他们不具有在工作中的这个司机的身份，所以有关确认不是司机，但是不是台中市在籍的劳工，目前还在了解当中。啊，你们不是已经有派人去了解，怎么了解这么久？就现在还在就查得到的资料，在确认是不是具有劳工的身份。所以这个部分你还没有掌握，还没有确定。那我请问你一下，假设他是涉及在台中市的劳工，你可以做什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有可以申请所谓的住院的慰助金，好，然后如果他经确定是比较是就是重伤有失能的话，那这部分我们会转给劳保局去做失能的一个认定，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失能的一个给付，然后再来就是说，如果住院期间有达五日或八日以上，我们也有住院期间的一个慰助，然后也有如果请看护的话，也有看护的费用。那针对身故的部分。身故的部分，因为必须要是受雇的劳工，而且在工作中。
在工作必须要在工作中，那也就是说他如果不是职业驾驶，基本上这个车祸不算在工作中，所以没有保障。这个部分就是说 他的死亡慰问金这部分没办法领，但是有关劳保给付的部分我们会协助请劳保局主动的跟家属联系。好，局长请坐，谢谢。谢谢。再来，社会局长，我想请问一下，昨天在说这个新闻他有牵扯到一些家庭的问题，那请问一下，社会局在这个车祸里面，你们做了什么动作？请回答，谢谢。请局长答复。是，先报，报告议员，我们现在目前是这样哈，第一时间是消防局先通报，然后呢，卫生局那边马上启动哈，那个紧急的那个紧急的这一个医疗，然后呢，社会局这边我们马上，大概会有是几个部分，第一个市场是。像刚医院刚刚所说的，有关于家属好的这一个的这部分，那这边我们马上所媒介的市场是有关于马上关怀跟那个急难救助好的这一个的这部分，然后呢，我们也有已经跟医院的这一个社工室哈取得联系。那你们目前有要帮助的家庭有哪一个？哪几个？来，那个婉珍，好，请赶快回答。好，谢谢。好。安心，我们现在针对八个受伤跟罹难的家庭，我们都会安排社工去访视，来评估家庭的需求，来提供后续的协助。每个家庭我们都会去访视。好，目前访视的动作开始了吗？是，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了。好，局长请坐，谢谢。科长请坐。好，再来，我要问我们的副市长，我相信市长今天的市政会议或昨天的市政会议，我不知道有讨论到了哈，我相信是有讨论到。我想问你，这个路段已经发生事情这么多次了。好，过去有做过所谓的跳动路面，但是似乎没有效果，而且造成噪音。我想问的是，过来未来咱敢要让继续发生，无希望嘛？我想问副市长，未来咱的骑户针对这个路段，你们要做什么样的改善，让这样的车祸不要再发生？是副市长，请回答。副市长答复。其实骑户来对联络是真紧哈，包括我的手机 APP 随时弄出来，包括好多买账讲哦是两个刷六个人，一个弄这个人，所以对个市政府来对横向联络是真正真紧哈。啊，对于议员你咧讲说后改变咯，我想第一，我一定打完汇报，其实今麦就已经咧开啊，嘛拢已经写出来，就讲一定爱个分隔，过来下坡路段。一定要检，所有不是干那这里呢，所有下坡路段开飞燕拢要检视，检视了嘞，两天来，阮专家都拢去。你说的是第一要先做分隔，对，机车跟汽车的分隔。分开。第二个方式是再减速，要。但是我要跟你讲的是，迄个所在已经减速减到蛮低嘞，而且这几次发生重大事情，不是速度的问题，是刹车的问题。好，我再说，谢谢。好，谢谢两位议员。接着我们请吴琼华议员质询，时间15分钟。好，谢谢。刚刚针对两位议员提出来这种重大事件其实真的是平常就要有一个顺序，一个步骤。因为有时候这种很难说的意外发生的时候，希望我们市政府真的要发挥每一局的这一个功能。那刚刚每一局大概都有提到这个昨天的这个交通事故这么严重的一个处理的流程我们也希望说市府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放在第一位，有一个备案在备而不用这样子所以说这种东西像我们小事故其实是更多的所以昨天很多小事故的都是要透过调解委员会的这一个单位来做处理。那所以说，有时候重大有重大的处理，小的就交由调解委员。所以昨天我们杨议员、杨振中议员特别提到，特别关心这个部分的议题。那今天我也特别要请问一下我们局长这边，因为现在目前我们第二届的调解委员大概有多少人？总共有多少人？请主席请他回答，请局长答复。谢谢主席，谢谢议员的指教提问。那目前我们第二届的调解委员是334位。那上一届呢？上一届的话会多出一两位的这个名额，是339。你说上次是339，这一次嘞？334。不过资料上不是这样子这一次是多了59位哦。好，所以为什么会资料会这个样子？局长，你知道吗？民政局长在定头，是，你就了解。啊，蔡局长答复，你在定头。无，我甲，我咧甲副局长。好，您咧咬耳朵。好，那你请坐。
其实在这边资料啊，我们这些自调解委员啊，有新聘有59位，那我不晓得为什么增聘到这么多，是有什么依据吗？哎，局长，你要再讲清楚一下。刚刚议员问的是第一届是339位，第二届是334位，这334位里头59位新的是新聘的，哦，所以其他是被淘汰的嘛？对。其他就是没有，就是套太换掉啊。你请坐。好，那我们也知道啊，因为很多区域这个问题，我看很多区都有声音呐。那这一次因为声音特别的大，所以在这边我发现啊，我们其实这些资料啊，我自己本人也发现，在我们东区也好，在我们的清水区也好，都有很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啊人选啊。出席率也100%，那调解的甚至到90%-98%，都是非常成功率非常高的，都被汰换掉。那我这边有一个资料哈，我们大家看一下。其实这个我们知道，历届我们在去年其实这个我们台中市政府在我们的调解率算是最高的，全国是最高的。那表示说我们调解委员其实都很用心，也非常优秀。那昨天大家都在关心这个问题，是说后来很多发现很多名单上面优秀的排前面的被刷掉了。那你也昨天也说了很清楚，那现在都是直接送到法院啊这边依法来产生啊等等。不过我想啊，这个还是有瑕疵，在这个步骤里面呢，你们刚开始你们是由我们是由这个公所嘛，这个区域报给我们局里面。那到局里面，我不晓得名单，你们在加倍送上去的时候，其实让我们就会很怀疑，这些名单到底我做过挡过卡手不？好，你当然你就讲无啦。好，昨天我们也有关心说，你有去法院那边去关说，你嘛讲无啦。那我想应该有去关心啦哈。所以产生了这些这些名单上不尽如意，也不尽人意，因为足侪吼，我看这个资料足侪是。100%调解，还是讲90几出席率拢足悬的？咱唔敢讲啊，出席几十件嘿，这拢几百件，一挂优秀人选真的有些名单上就是没有了，所以很难让人家不怀疑你们到底是分了蓝绿还是分了党派。我想这个调解委员的功能非常的重要，可以降低到法院很多的案件的一个一个案件不用那么多到法院去处理。所以我希望在这边其实一定要，是否你们一直主张不分蓝绿嘛，不分党派，可是很明显我们所有的同仁都感受到，就是分得蛮详细的，又分得蛮清楚的。所以说这个是这么不好的这个现象。那因为昨天这个议题大家其实讨论到非常的深切，已经非常多了啦。我只是想告诉局长，其实在你们的初步，咱的公诉上去哩，到恁的名单，到恁的科长，恁的科长，啊，甚至你这边咧审查的时阵，我觉得这个有瑕疵的这个流程呢，我觉得你们应该要提出来检讨，要透明化。局长，你听我这个意思不？你袂使甲人讲，我是面顶。你袂使甲人讲，这是面顶啊，因个评论啊，这法院的啥，根据因的，你拢无啥物运用的空间。甲议员做一个报告，因为制度上就是爱区公所加倍提名，啊，提名了后，阮转送予法院甲。所以对啊，我知道啊，很清楚啊。问题是我说第一关、第二关到你那边，这个中间的这个流程，这个很重要嘛？这当作弊嘛？讲我白话，这当作弊的物件，对吧？我想你也不会去否认呐、啊。你请坐。我只要说这个关心的这个调解委员其实很在我们地方上受人家尊重的，很多有经验的调解起来的，真的会让民众这个案件降低很多，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啦齁，希望你能够了解这个步骤中间不要再有这个情形发生啦齁。安内你了解吗？局长你了解吗？你点头啊，有头就好啊，好不好？你卖个讲啊。好，你了解吗？你点个头或摇个头，你了解吗？他不是很了解啊，副局长，
局长无啥个了解啦，啊，所以你了解就好啦，你有看到了解就好啦哈。那因为这几天，其实第三天的这一局哈，咨询大家也，我想也很辛苦，那又第一次的会期，那我真的很想看到大家哦，这几天的表现其实也不错啊，也很忍耐啦哈，啊嘛加忍耐，啊尤其哈，我想讲要来探讨一下很多的这个局长，你们觉得，哎，你们自己这几天在这边做的表现怎么样？好，哎，我看那个社会局长这边议题被问蛮多的，啊，你自己觉得你这几天比较感想啦，感受如何？很简短的好不好？讲一下。请局长答复。比如说很无奈啊，还是很快乐，什么都可以讲，就很简短的好不好？各位主席。好，你直接回答吧。各位委员，我刚刚我学习真的非常多，非常多哈。从学界到这边哈，我觉得完全不一样，很多很多那个意见真的非常宝贵。很好啊，你觉得我们议员的表现怎么样？我觉得非常好。好，那因为真的哈，把那个就是说最好的那个，就是说第一线哈，基层的意见忠实反映出来哈。那我们在整个后续就可以做很多的修正。好，你请坐。真的，谢谢。好，我们那个劳工局长，哎，你呢？你觉得你的感受怎么样？请处长答复。是，报告议员，我也是学习很多，而且我觉得议员都很专业，然后准备的资料都很充分，比你们还多，对、啊，所以觉得议员都很专业的。是，好，你请坐。啊，局长，蔡局长，你呢？请蔡局长答复。公务部门好修行。火力回大概叫我气急嘞，喂，等一下，我发现你现在才会笑呢，我力度啊，你也不要紧。我发现哦，你是不是卷酸了？你起来都是歪边。你这样不行哦，你偏蓝偏绿，不知道偏哪一边哦。你要矫情啊！哎，蛋糕哦，其实你觉得啊，我们议员表现怎么样？这么多议员的质询，你觉得表现怎样？我们议员表现怎样？因为还不是很认识啦，观察中。不是啊，你觉得大体大致啊？因为都还在接触中啦。哎，我们议员表现得不好。我到时候带给你一份资料。你要给我不用了。其实刚两位局长代表性哦。觉得命运表现不错呢，你不认同吗？认同，认同。认同命运表现不错，那我们就直接再继续骂喽。啊，议员都表现得很好啊，对不对？我想请问你啊，因为跟你这边业务也很有关系的啦，哈。在这边有一个资料，你知道我们现在目前台中市有几座火化厂？目前有两座。有两座哈，哪两座？就是中来馆跟大甲馆。那这个我不晓得哈，你清不清楚？这两个馆哦，在我这边有调了一份资料，就是在，年度上哦，一到三月死亡的跟火化的人数。对。是。目前的话哈、哦，就是那个103年度哈、哦。我这里有个统计表，你不用再念了。好啊，那。好，因为这个人数很明显的，一到三月死亡4100，然后火化掉的竟然有5000多啊，还有很多死亡的是用土葬。对，不包括为什么还会多了这么多？主要是安内安内给他嘴哭。用火化这个外县市啊，对啊，你们是收太多了。这样会造成我，那你外县市跟我们这边收费呢？比较起来，外县市有收费。啊，我们本县是没有嘛？对，没有。没有嘛？啊，外县市收费收多少钱？八千。就是一盖礼拜安内从头到尾8000。对，火化。啊，所以你们还是觉得要收一些外县市的才会有一点裁员？这是方便市民呐、啊，因为外观是因为确实是无迄个无所在通修，方便了、啊，好了。那不是讲这唔对啦，吼，对，嘛不是讲绝对丢啦，因为也是要考量，有时候考量一下，说有时候我们自己本市的乡亲呐，他们的需求，我当时要真正问议员可能嘛拢我度过。我当时是爱个拜托讲啊，咱这个时间呢，咱的习俗总是要看的时间，那个时辰很重要，所以常常会造成议员要去关心这个。对。啊，我是没困扰啦，我的休息令他困扰啦。啊，为什么造成这样？我想就是你讲的外县市的这一个啊、的部分，其实也占了一些的啊、原因。啊，所以讲比较啊，希望讲这个部分。你是不是也要再斟酌考量一下？那这个议题就会牵扯到现在啊、哦，目前还有一个是塔位有吧？塔位你知吧？对，这你嘛专门的。嘿，我知。嘿，专门就了解。请。这个哈、哦，我这边其实之前也收了一个资料，要了一份资料。目前我们的塔位，我是抓了几个比较。目前最少的，剩最少就这些这一边，
啊，你像清水大多啦，大多村一个，啊，潭子这拢不多嘛。对。啊，不过据我了解哈，这个部分因为新建的已经都完成，在这边这个资料。对。清水大对不对？对嘛？这个对嘛？对。好，你有料干嘛？对。啊，所以讲有当下以我们的立场会想起来说，真的有时候我们地区的居民，他们的祖先。啊，拢爱搁去外口去问，啊，伊迄区域搁做远诶，啊，远个你无多，你还是要将就去别的区域，变成人工哦。咱的生长从小到这边都在这边，可是后来没有办法，因为塔位的问题。对。所以有时候在考量上是说，有些区域是真的很需求的时候，是以后你们在规划的时候要全盘考量，啊，全盘考量能够把。因为你们都有数字嘛，你们也知道哪里是最缺的，对，哪里是比较需求量，会比较目前要需求的，是不是应该全盘考量在这个部分这个区域来做一个设备？好，那当然这个就是要靠你们要去把它这个资料串联起来，然后要去做一个最合理的。啊，不然我讲真的啦，有当时啊。这个需求无遐多，这个需求得搁有，啊，唔过嘛是搁伫遮搁足侪空位。那我们有些区域是真的不够用，好不好？因为这火化厂连接到这个纳古塔是有一个关联性的。包演，我们会全盘考量，会全盘考量。什么时候要全盘考量？现在已经做全盘了，比如大雅的这个管已经。已经好了嘛，生命的理所的这个已经好了，它应该八月份就可以启用。那我们还有这个东势的白鹤亭，现在已经先期规划已经好了，然后我们今年就开始来做。东势那边也是比较缺乏嘛，对，还有雾峰。对，我的意思就是说要全盘考量，卖公斤对加这个就作为一个 Kitty 这边，好，蓝公斤有时候是来不及实际需求的。对。好，那我知道你上任以来哦，也很多创新的部分，啊，你的报告也写得很多。你想满意是哪一行？你自己创新的精调卖讲啊，在你临来你上新的，你感觉哪一行你想满意？你跟我讲一下好不好？其实拢是吼，这个对较细项代志做啦。例如，比如讲，我感觉讲咱殡仪馆内底没有烟蒂啊。我感觉这個，虽然讲感觉无啥，我感觉这個，对啦，我当然做认真。其实这个也是很。对，很有必要了哈。有必要啊！过来像个电线拢啊翘翘的，环境做好吼、我感觉这基本的这个市民的尊严，吼，会感觉清气。我认为那是足重要。哎、欸，这样我发现你对我们这种祖先先人吼很敬重哎，这不是不好，啊、这很好。谢谢。可是啊、喔，我对你说这个新人呐、啊，新人我嘛发现很多新人结婚哦、喔，现在都会 po 上网，对、欸、，FB 都会 po， 然后说他们你们有个什么墙，什么幸福墙什么，我没有特别看，不过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什么藤里啊，藤里柜台，藤里专线啊，什么？藤里柜台啊，藤里柜台，嘿，藤里柜台。就是说，在户政事务所里面，我们设置一个藤里。可是好像还没有全部都有哈。全部都有了。现在全部都有，每一区都有吗？对。那你的人员呢？是由谁去辅导？我们其实藤里柜台是一样的，就是一样的柜台。都是有主管而已嘛。我不用，就是说那个柜台是隐私权的啦。啊，不是，恁讲要含伊对谈，要有隐私，啊，要有专业。不啦。好，好，谢谢议员。好，谢谢吴琼华议员。接着呢，是杨典忠议员和吴敏基议员联合质询30分钟。谢谢主席，今天的民政业务质询哈是。最多局处的哈啊、业务也最繁杂的哈、啊我在这边先请教一下我们民政局长哈啊、各区公所有些团体意外险是不是能够请市府考虑哈、明年统一编列市民意外险或是保障我们全民的福利哈、这个书面报告就好了局长你请坐哈好谢谢还有第二点就是。台中市行政区域调整的进度哈啊，我也希望我们民政局这边给我一个书面报告哈。民政局哈是我们市政府最大的局哈啊，在二月初的时候有实施了一项措施，就是悠游卡在台中市也可以缴附赠规费啊，缴附赠规费哈啊，请问一下局长。悠游卡刷卡感应器是不是台中市政府装的？花了多少钱？请局长回答。请蔡市长回答。好，
那不，因为我们的悠游卡哈，一开始不是说我的任内就完全，然后就开始行试做，哦，由南屯这个户政事务所先来试做，然后再推到全局。现在我问局长哈，这些悠游卡是不是我们市政府装的？然后花了多少钱？这个部分我是不是请我的这个户政的严科长来回答的比较精准，好不好？好，局长你请坐哈，不用了哈，我可以告诉你哈，经过我的查，局长请坐哈，查证四五项悠游卡租借，因为每一个区都要设置，所以总共租借了85台，每个月的租金每一台是240块，85台的话，一个月就要24,400块，一年的话要花244,800块哈，这个一个不算大的金额，可是也是金额哈。我想这是行动支付未来的趋势啦，就好像以前大家在申请这个刷卡的时候，还有很多人不习惯也就是说都是拿现金在交易但是后来现在都已经慢慢习惯了用这个信用卡来使用花费哈，所以我们现在用这个悠游卡，当然是避免民众哈这一个用零钱来缴费，或是找零的不方便。我相信各位都一样，每一次1块钱、10块钱、50块都放在口袋都是蛮重的哈。现在如果用悠游卡或是其他的卡片来使用的话就没有这个零钱的问题哈。我相信各位。局长及处长的车子里面哈，都放了很多零钱了，现在可能会减少哈。可是为什么只有用悠游卡，没有一卡通？为什么不像公车一样多卡都可以使用，都可以通？为什么 Seven 的 iCash 电子钱包不能通？为什么台中市政府要独厚这个悠游卡？我查了这个悠游卡哈，悠游卡是在2000年3月的时候成立的，这个悠游卡它的股东里面有台北市政府以及捷运局，还有其他的公司，加起来大概是10几家。那我们这个公部门呢，占的比例是40%。我们可以看到，请局长看一下哈，从民国从2002年开始的这个悠游卡100万张，到现在2014年已经有5000万张。我们台湾的这个国民只有2300万，或是比2300万还要多，但是这个悠游卡目前有5000万张，表示说有可能一个人身上有2张，所以这个使用率相当相当的高。台北市政府不仅是拥有中央政府机关，还有大部分的统筹经费，现在还要各县市帮台北市政府冲业绩，冲什么业绩呢？就是悠游卡的业绩。我想请问一下局长，台中市政府是不是在帮台北市政府柯文哲冲业绩呢？而且还要付租金？请局长回答一下。好，谢谢杨议员的指教。那其实是能够给市民方便为最重要。其实我现在已经积极在接触另外一家这个公司，就是所谓的一卡通，好，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能够降低这个租金？或是这个付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租的这个费用，那我也会遵照议员的意思哈，多方面的来接触，绝对没有说特别去冲他的业绩，因为主要是说方便性的。好，局长你请坐哈。谢谢。我们这一个户政的规划哈，独厚悠游卡。还有我们内政部民政局的评比考核都算在里面，我也把我们这一个内政部的
这个考核评比啊，也调出来了，提供以电子钱包缴纳户政归汇服务四分。那我们民政局呢，提供以电子钱包缴纳户政会有六分，那表示说我们台中市政府在为台北市政府冲业绩，因为内政部对这方面有考核，那我们台中市政府民政局也要做这个动作，所以在这边冲业绩还要付租金。我希望我们市政府是不是可以向我们台北市政府柯文哲市长争取免租金。局长，你要不要回答一下？请局长答复。包委员哈，我们会努力。你认为这个租金合不合理？最好是不要付啊。如果你能够做得到的话，我相信哈，我们台中市民都会感激你，这也是会感觉到有感的一个业绩哈。好。局长请坐哈。情况还不止这样子哦，我们内政部推广这个电子钱包小额付款，还把这样的这一个推广工作哈、列入全国附赠业务绩效的考核，请我们全国的各县市府啊来帮台北市政府啊柯文哲冲业绩啊，我也查了一下，我们台中市各户政事务所单单是三月份的悠游卡刷卡的次数有17000多次，刷卡费用在三月份的时候是83万多。如果我们全国各县市一起实施的话，台北市政府光是靠各县市帮忙他推悠游卡的这个电子钱包，每一年就赚2亿了，2亿多。我刚刚提到的83万，一个月12个月再乘以21个县市，加起来一年台北市政府可以净赚2亿多，很会赚钱哈。我相信你们都是企业家，我讲的这个数据以及他们争钱的方式，我希望我们台中市政府要多多的学习啊，外加这个刷卡金的租金还有500多万的收入，你看这一笔金额相当的可观了、他们不但是会找钱啊，而且还会啊请全国的各县市帮他找钱，这是很厉害的一个企业家的啊这个行径哈。我想未来的趋势是无人能挡的啦，只是台中市政府在这方面是否可以要求我们啊这个台北市政府这个悠游卡的啊这个机台可以免租金，或用其他的方式来回馈。何况我们台中市公车未来的捷运也都会用悠游卡来刷卡，台中市政府帮忙推悠游卡刷卡的数量，要求台北市政府悠游卡公司做适当的回馈，应该也是合乎情理的啦。我在这边一直讲，局长一直点头啦、大概也认同我的想法，我的看法。我希望你能够积极的去向这一个台北市政府争取，让我们台中市民有感我也希望台中市政府积极的向这个悠游卡公司争取这个台中市民的福利。我刚刚讲这么多了我们再来副市长，我们找来听啊。副市长，你能不能回答一下你的感受？讲了这么多，能不能发表一下你的意见？对于我们这个悠游卡的使用，好，请副市长答复。头段你有讲到讲5000万张了吼，咱这2300万人其实我迄当阵也想啥，你知道？因为我伫做秘书长的时候，我嘛发提来送，你知道？所以这悠游卡可能变作讲有大方便，大家都去用。
所以咱即马若卖吼，其实咱台中市家己吧，用讲我有一个什么卡，因为摕来送人会较大部分了，啊，毋是讲一个人第三四张。所以议员你讲的这个代志，我是感觉啦，吼，当然咱安怎家己有法度来创造一个，互咱台中市家己有通赚吼，这我嘛感觉实在是袂歹啦。所以你若问我感想，我开始讲，若有机会咱家己来赚来啦。副市长，不愧你是企业家了哈。其实我也有这种想法，如果我们台中市政府能够像台北市政府有这种悠游卡，我相信哈，那我们市政府未来也有可能一笔额外的这个收入，虽然不是在我们的全部的预算来讲不是算很多，可是这个金额也算蛮庞大的哈。副市长你请坐哈。谢谢。局长，谢谢你回答了哈，你不用再回答。那其他各局处的，能够请你哈洗耳恭听，有几个意见哈，麻烦你们整理一下书面的资料，然后给我。我们台中市政府很多这个公有的宿舍的维护情况，这个是应该是劳工局吧哈？你把这个维护的情况。给我有关于我们台中市政府的所有的公有宿舍，还有清水老人安养中心的营运状况，社会局局长是这我已经提了四年哈目前的这个营运状况，能够给我一个书面资料报告，以及雾南国小迁校后的旧校舍改为托育中心的规划状况。林佳龙市长还没当市长之前他有跟我到这雾南国小，当初他也有答应他也很关心我们雾南国小的迁校问题以及旧校区的使用规划的状况，我们林市长非常的重视，希望社会局你把那个规划的状况用一份这个书面资料给我。第六项无期沙入清水市区道路的这一个路边的这个天线，还有一些很多的这个电线，就好像蜘蛛网一样。那我吴区区长，如果你有在听的话，你回去看一下吴区的这一个市容，是不是很多电线在我们的马路上面乱七八糟，而且像蜘蛛网一样哈，各种线在电线杆之间穿来穿去哦，我希望我们无期清水沙鹿的公所能够提出改善的方案啊，三位这个区公所的这个区长，如果你们在上面有听到的话，请你们把这一个改善的方案提供一份资料给我。这几年这个食安的问题不断哈，请提供这三年来民众投诉食安消费问题有多少？那代位球场案件有多少？法制局长把那个资料送到我的办公室来哈，送给本席。以上本席报告到此。那我现在就请我们吴敏济吴议员接下来。好，谢谢点中议员。请吴议员质询。好，谢谢主席。大家好。好。大家真辛苦吼，这几天吼，定的定吼，无方定的脚床吼，嘛运动坐个足酸，真艰苦。但是吼，今日我要甲大家讲吼，还佫有足济，有一阵吼，比大家还佫较辛苦的。所以本席今日就要来替这个往生者甲往生者的家属吼，来申冤一下，来甲咱民政局来做一个探讨吼。咱拄啊局长有讲，台中市有两个火化场，一个中港火化场，一个就是台甲火化场。但是台甲火化场吼，是先天不足啦吼。有去过局长，你嘛去过真侪摆吼。你是我看过民政局长上个认真的有去甲唔惊鬼的吼，常常去火葬场吼，去关心
设备啊，去关心这个往生者的吼，所以这爱甲你家长勉励一下吼。但是吼，本色去参观过全国足侪殡仪馆甲火化场，大家火化场，咱就讲大家殡仪馆，因为恁阿个小灵堂、礼堂，应当是一个或者。那人咧讲来讲，这五脏不俱全的一个殡仪馆，为什么？因为吼，大甲火化场，大甲这个殡仪馆是全国上盖老的、上盖龙眼的、设施上歹的一个火化场，所以本身吼，今日列出大甲火化场的四大缺失，啊，搁做一张耐人寻味的图。要来给副市长、甲局长、甲咱相关的主管，大家来探讨一下，要安怎来改善，要安怎来给咱往生者有尊严，要安怎来给这往生者的家属，除了讲会当给因较卖较痛苦、卖伤心以外，给因嘛有真好的这个在修炼的期间的这个环境。咱大家会划定，我相信我一行一行讲，局长，你一定会感同身受。第一，就是修炼堂的设施不足，无空调，啊嘛无噪音。咱的古馆，迄十个灵堂是较早兵啊营的兵啊车咧停车的所在。安尼就通改做小灵堂，所以就一个空间尔。咱就知影讲，即个灵堂设立了后，一定要有家属修灵的人。但是咧，咱家属修灵的人吼，拢热天就爱伫外口晒日，啊那寒天咧，就爱伫遐安尼细细准。中昼时啊咧食便当，就爱食饭配沙。这就是咱的小灵堂。啊，那热天嘞，包括你的新冠嘛，同款，热到要死，寒天哦，寒到要害。啊，这款的环境，你甲想，咱要安怎好？这个修灵的人，好因会当讲安心底下修灵，对往生者嘛不敬。所以我咧讲，大家火化场是全台湾哦，设备上歹。局长吼，你爱把这个耻辱吼，给平反过来，爱赶紧努力。过去讲四年啊，干那做一个空屋设备尔。啊，我想每一个议员吼，有的人真无爱去迄个所在，啊嘛真无爱讲这啦吼。但是一定爱讲，一定爱改善。第二点，古馆的厕所吼，无无障碍设施。咱讲实在吼。咱若要方便啦吼，大家拢爱。你知影伫个修炼的人，身心障碍者想要方便，可是非常不便，因为没有无障碍设施啊。安尼要安尼去便所，你想看卖啊咧？大家将心比心，过来。停车位不足，咱有将近古馆甲新馆。将近要30个小灵堂，结果伫个咱的迄个做旧的迄个做那骨塔头前，咱只敢来画十几个停车位。你个想，卖讲个别说，敢来要招人的时吼，只个家属也车要停喺度，所以拢乌白停，停喺大路边。咱的同事跟我讲哦，啊都。阮有几十个停车位，我煞毋知路边那嘛停车位，但是迄是成何体统？过来会造成交通拥塞，你知无？大日的时阵吼，大家顶头锣鼓喧天，安尼一顶一顶一入去卖，拢塞车。咱迄个我本少伫个旧年、去年拢咧讲，咱了一个已经千丈过的所在。已经过了分地的空地，咱为什么无爱个整理你个来做一个停车场？
来提供吼，即个往生者的家属，甲要去参加公祭的人来使用，这是不是足有必要？过来，上个重要的是，连外道路太窄，咱大家会种地吼，足奇特的，都伫山边，啊伫农民的田边，所以过去。刚才在做这个火化场，那四空的时候，就真侪人在抗争啊。所以过去的县政府拢唔敢去实施，惊抗争啊。但是要入去火葬场内底，爱经过连外道路才会当入去。校长，你个想啦吼，咱总共的火化场，任何一个县市的殡仪馆。大家路嘛足大条诶，上无嘛有上细要八米、十米，有甚至我捌看过十五米诶嘛有啊。咱是啥物？四米诶龙路。咱来看卖啊吼，这条就是大埔路，啊，这条甲单也无证明哦，甲单也无路名。副市长，所以吼、哦，刚才讲我这大步路安尼尔啦，四米的路吼、哦，边有一个社区啊，这第一家庭有住94户，即摆来咧大吉的时，车队的会为外部为后里来，啊来个遮的时吼、哦，咱个看卖啊咧，四米的时，咱轿车咧小闪道。足危险的啊！咱知影讲，丧葬的队伍拢有顶头，拢是火车、各辆车。你看，伫咧这烧堵的时阵，怎脱掉咧？啊，咱的民间的习俗就是讲，啊，着顶头就是爱足老个，啊来送这往生者。啊，脱掉咧吼，唔是差死人，是差活人。90几岁的人，大家拢冻袂掉，拢困袂去。来，咱民间的习俗，咱要火化，拢有看时的。火化煞，爱阁等骨头腐烂去，捡好了后，看时阁进塔。啊，迄时间吼，拢差一两点钟尔。所以吼，局长、甲副市长，恁看卖啊吼。这两个丧葬车队呐，狭路相逢的时阵，丧葬车队狭路相逢，要安怎？就是塞伫遮，啊，塞到冻袂掉，棺材嘛，拍到烧变变。咱讲实，咱对往生者是爱有一个尊敬，因为要火化时间袂有啊。这两个车队烧堵的时阵袂得过。连往生者吼都挡袂掉，一个起来讲安怎，啊，都落细条，啊是要安怎过？佮另外一个往生者，佮人讲，啊，都无当那赶时间，啊，无爬起用行的，啊，你佮想安尼讽刺无？所以殡葬设施吼，是每一个人拢一世人拢爱用得到的，咱会当。好好啊去了解，好好啊去改善，好好啊，互遮个人会当有一个尊严，互家属会当有一个尊严。所以，我要甲局长、甲副市长讲，就是讲未来三年外时间，恁一定爱赶紧甲遮个这四大问题紧解决，互大家的火葬场会当变作一个。虽然不是全台湾最好的，但是也要变成一个非常通畅，啊，让家属感觉说，啊，在那非常有尊严的地方。所以，吼，我是说，你来跟副市长、局长拿这张相片，咱来翕一张相片，啊，拜托局长，你就常常拿出来看，看工作有做无？来。就这样，嘿。
好。请副市长接。来，等等。等下再有一个资料吼，民国一百年，咱的火化的数量一年就3513具，3513具，然后一直成长。即马一天平均哦，若拢卖休困安尼，平均就要超过10具。啊，咱遐细坑俩，咱遐只细坑俩，而且设施老旧，较早。每一次若火若点起来时，面顶烟筒着乌嘛嘛，规个乌烟，啊着污染着大家外部，下咱的市民。本少伫遮一直要求市政府了后，好不容易吴志强市长用5000万提出来做空污设备，过去4年，就是干那做这项大改善尔。对吧，所长？过去4年，讲4年才做这项，即马有遮大个问题，每一届若大雨的时阵，丧葬的车队就很麻烦。还有到处都停车，到处都塞车。然后很重要的就是说，在旧馆里面，伊的迄、那个伊的本所内底没有无障碍设施。一挂身心障碍者，都安尼足想要方便，但是都足无方便，入去也袂当用啊。哦，所以这项运动是爱优先来改善。其他包括停车场，包括大波浪路，运动爱紧来征收土地，甲这条四米的路上无嘛拓宽到8米，安尼唔才有成。啊，若遮改善好，本身吼，就非常感谢你，蔡局长吼，啊，你遮认真，我想你爱克服困难。副市长嘛是过去嘛做过咱的厂协会的理事长，嘛做过阮富仁社的总干，是一个真优秀的企业家，有法度去解决遮个问题。啊，若明年拢无进度，本身就无客气啊，我就带阮遐的。阮遐个人吼，来遮甲恁抗议，因为吼，拄仔我有讲过，94号丧葬队伍吼，本来位啊经过都真吵，塞车了后，佫奔愈大声，奔愈大声的时阵，连囡仔都惊着，所以吼，毋是吵着死人呢，是吵着活人，所以即个代志一定要赶紧解决。啊，本身嘛借即个机会，爱甲各局处的。局长甲同事讲一下，大家吼皮拢爱变较硬，啊较认真嘞。市长吼真有想要做代志，但是议员啊是区长、里长咧拜托的代志，爱较紧嘞，爱赶紧来解决，安尼才是有感呐。哦，感谢大家。好，谢谢两位议员。接着我们请吴显生议员质询，时间15分钟。谢谢主席。各级市所长哈、以及记者先生、小姐先生哈、大家晚安，大家好。首先我要来就叫民政局，我都还没讲嘞，你都在笑。其实局长，我对你百虑有感，我有认同你，你请坐啦哈。但是调理一下，答一下哈。对你的百虑有感，我有认同你。我知道你足认真。做拼死的啦，哦！虽然我这两天看到真侪人拢针对你的百日游感的本哦，但是每个人的见解不一样啦，吼、但是我有认同你啦，因为安怎你知道？台下肋骨塔吼、生命艺术馆嘛吼、已经沿路几啊年啊，起4、5年起袂好势吼、我一日阿你讲，你一礼拜
去沙抓，亲自去沙抓，啊来解决这件代志吼。搁责成相关所吼，务必要在六月来完成。八月要用正式用进他，是无对吼？啊，一定会完成的嘛吼。多谢你局长啦吼。不过吼，虽然肋骨头的完成是第一的一件喜事吼，不过吼，照我所知。即卖塔位只有三千个啦，个人的只有三千个啦。但是单个肋骨头听我放一万五千个以上。当初我记伫我手规划时，有夫妻位，还有全家福的位置，但是即卖拢无啊，拢无啊吼。啊，你伫讲八月开始要来进塔吼，还阁有不足啦。我希望讲啊，西装卖做半套的吼，买就是到位红做好势。但是我知道你这经费这么讲，随便做嘛，无遐钱啦。但是我在这一次的追加减预算，我没看到你有个对家要来做这个无做的这个计划啦，吼。啊，是唔是？伫明年度伫今年变预算的时候，局长你有法度来变入去，有无？你也答一下吧。请局长答复。主席。咱的王议员吼，有无你阿讲者多？我因为做安尼啦吼，咱主联编列编列啦，好不好？因为咱唔是讲做一届嘛吼，哦啊、我是主联来甲编这个，我看要对到先做。好好好，安尼好不好？那你请坐。好，局长，多谢你啦吼。人讲有就好啦吼，卖讲无，因为啊，人有人夫妻位，你讲要人叫人前前走，我即马鼓励人前头转啊。啊，你都含夫妻位嘛，无家族嘛，无人家。想我这起到很水，着几个种啊，千块拢无吼，所以我希望局长在这方面，你已经承诺讲，伫今年度变明年的总预算，你要把它纳入吼，直接来细节多些吼。不过还有一项吼，肋骨塌好，当然过去要未合并以前，吼，照咱旧的传统吼，每一个区、每一个乡镇拢共款啦，伊早是乡啦吼，拢有肋骨塌起好，拢有变回馈金。为着第一回馈地方嘛，第二就是避免讲大家底下要起一个肋骨塔底下咧抗争啥嘛。当初台下生命艺术馆，伫我做乡长时，嘛话所有的乡亲承诺，讲啊起好，咱各位来编编回馈办法，回馈金，吼、哦。所以当然是起好才送代表回来信啦。啊，即卖都无去啊，吼、哦，无去啊。不过咱市政府。伫顶年度十二月，审议，佮就是阿恁的啊回馈办法送出来，有修正送出来再审，但是我没有看到大雅生命艺术馆有回馈金这个办法，所以我伫遮要来拜托局长吼，希望你伫下个会期，同样你嘛是啊回馈金办法送出啊修正。但是我伫遮来建议，希望你修正是通盘的修正，不要针对哪一个纳骨塔去修正。啊，你自己干唔到，爱去修正，过来就是摊主嘛要起肋骨塔，对员嘛可能无妨爱起肋骨塔，所以你起一个，你伫遐修改一个。所以我伫遐要啊局长来报告个，希望回馈金办法爱以整体性下去纳入下去。检讨来鉴定，第一还要朝以恁现在这肋骨塔，如果像阮台面这个生命艺术馆来讲，就周边的，譬如讲上崩、那崩、吼、哦、啊大丰、霞南，这个纳骨塔是跨两个区，所以在周边这个这块地应该为第一优先回馈，然后过来看伫多一区的。哦，一区应该也是要全面回馈，但是回馈我希望回馈在全民身上，卖求一只点点嘞，啊，这都可以啦，啊，都去办办吃吃掉啦，主干活当开开掉，这无啥意义哈、哦。所以我希望讲回馈在地方建设以外，对啥？东里东区的，哦，看啊要进入迄个台，哦，要进入迄个台。看你要拍几折，哦，啊！我希望讲这个规定是希望整个台中市拢同款，
因为我看到恁的回馈金办法内底，我会去甲成功振动会有啊，佮其他唔知倒几位有，其他拢无，吼、哦。所以我希望制定回馈办法一定要统一。第二，一定要回馈在全民之上，不能以特定个人来定定回馈办法。安尼是唔是噻？局长，你讲啊，回答一下好吧？请局长答复。应该方向是安尼较正确。无问题嘛吼，也就会记你提出来检讨啦，好吧？好，好，多谢你啦吼。过来，我嘛要阁请教吼，局长，你知啊？咱即卖二十几区吼。多几区内底公所有其他的单位的，你知无？譬如讲有后壁军营啦、体育会啦、其他的护士伫公所内底，你知无？有几区内底拢有，你知影无？麻烦答者。好，请局长答复。这个部分我无真清楚。无清楚，我有请坐。教授，我直接要来报告啦。阮大英的区公所吼，有一个体育会伫遐啦。体育会拢总有二十几个单项啊，拢总有两三千人啊吼。但是伊毋是合并了底下啦，伫合并前我做乡长时，代经过代表会同意，互因伫内底啦，吼，互因伫内底啦。但是合并了吼，有一段时间，公所就叫伊爱迁厝迁厝，到即马就正式叫伊爱搬出去啦吼。但是因要搬无地去啦，吼，无地去啦。但是我有去看其他的区公所，还是有其他单位住在那里啊。如果要赶，我也不反对啊，要全部赶啊，不能只单一挑大牙来赶人家走啦。吼、哦，这个无大劲吼、哦，我伫副市长你家吼、哦，我想要拜托你、我希望你，如果因条用有需要跨级市，你爱爱去协调，譬如讲爱教育局。退后处来啊，区公所办啥手续，你一定要去协调好。袂使讲因为换政府，伊就无他伫遐。安尼，我感觉对这个人，因为做袂服气啊吼。所以伫遮是毋是副市长你有法度啊？跨级市协调，如果相关所需要什么手续，需要哪个单位去来借用，然后再拨给其他。要使用的单位去使用，这样可以不可以？请副市长答复。我想我会来讨论，因为对当初一到底写的底下，实在是搞不太清楚了哈。要紧，我答应你讲，我跨局处来个协调，到底按哪做好？好，谢谢。好、副市长多谢你啦哈。其实这条代志吼，来龙去脉我做清楚的啦。只要你出面去协调，应该是拢无问题啊。我们都可以去克服的啦，吼。而且我拜托这条代志退会的代志，希望咱副市长跨级市的帮我协调，让他能够顺利继续在那里啦，哈。过来，局长啊，我过来请教你一件啦，好不好？目前你听者啦，目前大雅区以外吼，拢总二十几区啦。二十几区合并前有代表会，哦，迄大间代表会拢堂皇富丽，甲咱这拢不上下啦吼、哦。合并后，你知影这代表会拢在创啥无？你知无？你嘛唔知吧吼、哦？听说吗？代表会原来的代表会议事堂就是像这样，较小一撮尔啦。啊，你知影合并了？已经四年啊，叫代表会你做啥？你知无？二十几区安尼啊？唔知哦。马建，你唔知你坐咧吼？我伫遮要来建议啦，吼、哦，我要来建议啦。前条无处理，老百姓对恁的期待足悬的啊，所以恁都要好好去处理啦，不要让它闲置在那里啦，当为蚊子馆啦。当初政府都花很多钱啦，然后你像你即摆讲要人赶假走。关多一个单位，才有无所在可用。代表会的议事堂，我建议区公所各区公所可以作为区务会议，或是里长会议，所有的会议都可以去那里面开嘛。你像大家来讲，本来会议室就一间啊囝，对吧？第二十个都待袂落，啊，甘愿咧用咧会议厅很大呀，囥遐啦，乖咧，乖梦啊，对吧？跟我做浪费的，
所以我在这里要建议我们民政局局长要好好去利用闲置空间啊，不要浪费在那个方面。的确需要的都要红用嘛，你要去退学会，咱搁要先去退学处理呢，退退学局呢，退学局先去，将来区公所敢免设退学区，对吧？这都有可能啊。但是要无在单位以前，伊既然伫遐，原地就伫遐，啊，毋是恁来接，才要搬入去的。我希望讲恁好好去啊处理，甲代表会的闲置空间要好好去规划，好好去利用，可以当为会议室，所有的会议室，哈、哦，直接拜托局长，好吧，哈、哦。过来，局长，我要听讲最后一件啦，吼、哦。你讲大雅区林长，诶，里长会议吼、哦，你往承诺有遵守无啦？啊，两暝三更啊，有哦。我再搁讲一听啦吼，好啦，明天我再先讲一听。原地林六处跟学堂哦，要未合并成3840啦，调到顶顶条顶条的吼，按降到3000，降到2000外。顶期的诶，顶年会期啊要选举啊，我伫只慢慢过来啊调起3100啦。但是3100甲合并，所有的林长落差太大，你知道？人以前3800贵，合并人降落，一定降降到遐个。到顶年才阁人调去3000，所以今年嘛要3100。所以我拜托你吼，当然我回归到5000啦吼。但是我伫遐个建议啦吼，我伫遐个建议，你最起码要恢复到合并前法令的规定3840。啊无吼，就是你讲的三更两暝，安尼你的看法呢？哎，主席。啊，请局长。今日讲者啊，会使啊，未使多啦。5000啊。无，即摆吼，就是讲咱的标准吼，就是讲3100嘛，即阵是3000统一嘛吼。啊，歪歪讲啊吼，局长。是。服务到合并前3840啦。好，你这一个，计我无时间啦。5000啊。哎。哦。5000。你爱记哩哈，你讲话算话哈。过来，我要来教教我自己啦。即几工啊吼。所有的议员拢在讲恁啦，我感觉足可怜的。你看，调改委员三星的规定，第一我要在这里跟我们局长来讲，很多民意代表是误导，我也不知道是你们造成的。当初，哎，我来讲哦，我毋捌找过恁哦，我嘛毋捌找过区长哦吼。我甲这个案我本来无关，既然会去杀了洪台尾，无要紧啦吼。我再来你讲，当初你决定你请坐吼。当初，哈、哦，恁咧提报的时、报名的时，所有的议员提予恁的名单，打电话恁关心的，恁区长、恁法制局，恁拢无来解释清楚，对吧？权力在讲，我讲我当初做完这个时，调解会以前我上代表会啦，到尾啊我改的时，直接我只提名就送到法院去核定啦，对吧？呀。各位主委伊嘛足清楚啦，所以你当初议员提名单伊是，你都要讲我清楚啦啦。你要不要紧，你建议来我阿你补吼，但是权力不在我，到时候到送到法院是由法院去裁定，其他袂三成遮啦。你看阮台下就好啦，换一个知个敢换一个尔，换一个敢会歹，对无？迄个我听伊讲，即摆还佫一件，还伫庭长遐哭咧。人家的老公被车子撞死，对吧？因莫是智障，既然弄死人80万红白。好，吴议员，时间到，那么接着请林碧秀议员质询，时间15分。啊，咱大会主席刘议员，咱副局长，啊，咱各局室的一个主管。咱媒体朋友，啊，当然大家好吼。好。首先伫遮吼，我来照照咱民政局长一下，大家拢足喜欢你的吼。啊，我来甲照照伊，就咱行政系统的顺序吼。啊，你民政局算啥物局？上大局啊无？敢那是较大局数啊啦。较大局数啊。
对吧？對应该是上大局，你莫客气啦。是。好、哦，上大局的吼、哦。嘿。啊，但是我感觉你真客气哦。哈、啊，实在是你昨拄着我讲，甲你学了两句啊，肯定一下，凭良心讲话啦吼、哦，真正爱甲你学了两句啊，甲你肯定一下。谢谢。这是事实啦吼、哦。啊，你为着要做官，为着要服务，吼、哦，你甲你的所有事业。你听甲我讲，你足够赚钱的吼，甲所有事业退出董干事，甲你的基金信托，甲你的钱信托，有这点有处可见，你真有用心要坐这个位，对不？对不对啦？无、欸，这规定是安尼啦。搞规定安尼？这规定安尼啦。不是你这伟大安尼哦。无啦，无遐伟大，这规定是安尼啦。啊，实在是为爱甲你娱乐一下啦吼，白露有敢来，所有的各局势。我感觉你真正有认真，真正有用心，安尼对无？哦，安尼有甲你学落啊？这凭良心讲话啦。谢谢谢谢。哦，啊你吃侪哦。好。欸，你这局上大局的吼、哦，啊我来问一个吼、哦，我嘛唔知伊是大局吼、哦，迄也是上大牌安尼啦吼、哦。来，我来照照伊罗岗市，咱请罗岗局长。是。请黄局长答复。啊、哦。迄、那个我唔知道罗岗局排第几坎的啦吼，诶、但是吼、哦，我感觉罗岗局这个局长真大牌，真大牌。我一直想这段时间，一直想，你是罗岗局长，你爱服务的是基层的罗岗。我感觉议员你都无啥帅啊，啊，对罗基层的罗岗，你敢有迄个心落去关心，哈、啊？无你就只你做局长以来，你甲基层的劳工做啥工过？你先讲一下。是报告议员，哎，这个部分，因为我们一直在处理很多的劳工的一些事务啦，所以讲重点的我听有的啊。那在这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其实我们针对我们劳工局的主管法令，好在松绑法规，然后有利于劳工这个部分，我们都持续有在进行，包括劳工权益的基金在支付的对象跟他可以自用的一个范围，我们都有做扩大。你卖讲的文言文讲啊，这我听不、哦。重点嘛，好不好？嗯。其实劳工局是甲咱企业甲劳工做一个平台。嗯。企业增长好，劳工要找头路好，做一个真好平台。我过去议员甲劳工局互动上好，是，因为我基层的劳工有头路好做嘛，头家有法度找到员工嘛。嗯。但是这个劳工局长哦，我感觉足大牌，哎，真大牌呢。咱的市长白露有感哦，我都局是拢大部分都有在动啦吼、哦，啊，特别咱民政局是真有影认真啦，有一个白露有感哦。啊，这个劳工局长拄到议员，敢那也无三八，没有啦。啊，真正无三八，你唔捌我，我嘛唔捌你啦。我认识议员啦、啊，我认识议员、啊，但是还没有让您认识我，不好意思。怎么有签名哦？拍谁？没有。好，我是感觉基层的劳工局是甲基层的劳工服务。你若这么大牌，是要安怎看起起基层的劳工？议员都看袂起，安怎看基层的劳工？议员跟您报告，其实我们推出很多的措施，包括青年稳定就业的奖励，包括各项的我们求职的服务。你这本预算书六项，那个在咱这个劳工局有一个计划，再生青年，对，逐梦台中，再生青年逐梦台中，这个计划是，在你的预算内底，你追加。后来你搁对检，嗯，这个计划你有在执行无？有，目前都在持续进行。啊，你为专业是对加对检？没有，那个部分只是做预算科目项目的调整，整个追加减后的预算是没有变动的。你对加，你对加搁对检掉？哎，那个只是把租金把它改成奖励金，所以整个预算的总total是没有变的。啊。有在这边的对吗？有，我目前已经选出108位，然后我们目前正在规划什么时间让他们可以进驻到那三个基地里面。你追加604万，然后你追减604万，对，这个计划按照过去你这本的预算，是，你这边的工作必须输，嗯，一个月的工作这个书，你是六月就要发布这108的预算，对，我们已经发布了，我们在四月发布了。啊，你搁追减掉呢？没有，我们追减租金是加进去奖励金，所以每个青年都还是有33000元的奖励金。
我们只是说没有在预算科目上再去区分奖励金跟租金而已。什么叫奖励金，什么叫租金？那你公平吗？有有，因为其实你这不摸金眼睛，跟你谈。是是，谢谢议员。哎，跟您报告，其实去年我们整个预算就是1400多万，然后去年在编预算是因为为了预算项目比较明确，所以把它拆成两个部分，一个叫奖励金，一个叫租金。好，但是这两个加起来是以每个青年一个人33,000，然后有108位，然后再加上因为今年预定是要6月要进驻，所以到年底有7个月，所以这样算起来就是1400多万。那现在是因为租金，好，别再说，你原来计划是以租金的平均分配嘛？对对。你找大细间，因为租金大细间无同，所以话以租金的平均分配。后来你用奖励金，奖励金你要来去评比。奖励金是奖励，所以是对每个青年是一样的，你不能够说。啊，是你租，我甲恁租。对。这些青年，互恁遴选了后，啊，100公的，100公倍。对。那会要宣布。没有，已经宣布了。我们已经有108位。会被公开宣布吗？没有，四月已经公布了。结果拄到钱出代志，就要停掉。没有，四月中我们都已经公布了。公布啊，这些人有公平吗？我们是透过专家、学者、专家选出来。弱势团体、身心障碍者吧。那个部分，科长，目前没那个部分，因为没有有申请吗？有照顾原住民吗？没有。身心障碍，我照顾未来的新住民，我们有5位，我们有5位原住民有入，已经有在这108位里面。新住民有吧？新住民他们没有来申请。哎，这个新闻讲了，哎，有纳入吧？他们这公平嘛？可以纳入，但是他们没有申，没有目前没有申请，就是身心障碍者跟新住民。你鼓励啊，还照顾啊？是未来我们如果还有闲置的空间，我们会继续。身心障碍者有的。嘛是爱照顾啊！伊有迄个活动，伊有迄个做工过，有诶时间怎样就脚无好，但是伊有得拍电脑。嗯，这嘛爱照顾啊。是，如果有未来还有继续。卖讲因无申请，因都唔知要申请啊。是未来我们会。这都是你的宣导无够。是，我们会再加强推广跟宣导。伊这个活动宣布本来要做台中市，台中市迄个西区的顺治新村。啊，因为这样的问题停起来，我建议来无妨甲空旷，当时要宣布。报告议员，如果有多余的空间，然后这个部分，因为我们需要其他局处有闲置空间可以释放出来的话，我们会继续推动这样的一个青年创业的措施。这青年创业，你第一年补助，第二年讲啊评审啦，快做了好无啦？对。第三年都要自力更生啦，自立自强啊。啊！但是伫遮，我建议，这个计划绝对要纳入身心障碍者，是绝对要纳入新住民，是绝对要纳入原住民，有诶一定的比例，你做会到无？可以，可以。对，啊，你毋是讲核定话，100公倍会核定好啊？因为目前就是有来申请的，108位里面有5位，你毋是讲评审过啊？对，评审过了，那我们接下来还会再推出第二班啊，现在是第二班没档期。那这个我们目前还在规划当中。你哪还算多啊？这个人都知道去，本来这个弱势，伊本来就是弱势，伊就是未晓，伊唔叫做弱势。是，伊哪会晓，今仔都唔是在弱势。是，议员报告议员，如果我们有确定好一些闲置空间，可以提供给我们劳工局。你挂提供。咱的身心障碍者有几个名额，原住民有几个名额，新住民有几个名额，这个比例家己拉出来，是，全都给做了，只有照顾到弱势，对吧？好，我们会再修正我们的流程，哎，做得到吧？可以。啊，这个宣导活动，本来要到顺治新村，那如果来咱光复新村安尼。也较空旷，敢会使吧？宣导，我建议的。宣导，本来你查三工这边啊，宣布啊。光复新村我们有啊，我们有啊，这本来都有啊，三个啊，灾星山庄对，那个灾星就是灾星山庄、审计新村跟光复新村。对啊，啊你本来是对不三个活动，那么叫到审计新村来做活动啊？那个是一个
记者会啦，对外记者会啊，啊，你敢袂用叫来无哦？我们可以再考量看看。啊，因为你延宕伊啊嘛，我是无往光复新村去看啦。是。伊就在地来讲，我是建议无往较方较好些啦。是。哦，好。因为基层的劳工甲企业，这个就业增财，你外久办一届？我们每个月都有定时定点，每周也都有，然后大型的我们今年最少会规划四个场次，所以其实每周每个月然后定期的都会办理。你捌伫代理工学区办无？这个部分啊，你工学区你哪工学区啊？应该有吗？阮所有的工业区是代理工学区，你哪工区？唔单是因为气候的关系，还是地理风水的关系，遐是足欠人才。是，你要底下办吗？是，议员，我可以请我们处长来做一个。我请问你，你那功课做不好？这这简单的工课你都不要答，什么叫人处长？我们在大理的儿少馆有举办过。儿少馆当时规多久办一届？过去我拢有接到恁的资讯，一大大企业在我后部处底甲恁斗广告。是。就这款的较好的资讯，阮无意言点了嘛，伫会是不可的分享。其实我们都有透过里长或者是我们议员服务处，只要是可以做这样服务，我们都会接受。根据我了解，目前为止这几年来，我拢你上次来，我拢也冇拄到这资讯。那较早我是定期拢会寄足济去我服务处，互我服务处的时阵，人来要需要要提，我嘛甲你斗广告。我嘛做一个真好的宣传。是，哎，那跟议员报告是不是可以请我们处长？因为处长没有变过，我是可以请他来说明一下，因为他在大。局长，你做啥成啥？你要认真啊！这个部分我们都有在推动。你要认真，跟议员你都袂认你啊？你是要怎业务？我有认的是，我还没有让议员认识我。哎，我有认的议员。我跟你相熟，你还袂认你？你甲看民政局长，我认真的社会局长。哎，我拍摄没，我的副管无咯，我唔敢没。你足坐坐啊，我唔敢没。是。一道认真就好啊，时间要加强跟时间比来，时间要足长哎。是，我会加强跟你互动，哎，谢谢。因为过去老干跟我互动上会，因为真侪老干朋友要找到咯，议员啊，我要找到咯，要啥？哦，来，这有资料，你提一看。来，这有资料，这俩实在实用，对吧？你都还没进入状况啊啦！报告议员，我们的就业服务长期来都有在持续不间断进行。我感觉劳工局上个大的功能是提供一个咩平台，是，给企业增财，给劳工找头路。过来有一挂劳资纠纷，你们要真好的沟通协调。但是我看你目头真悬。没有，报告议员，我们在劳资调解，我们有增设五个偏远地区，我们主动在。像在那个区公所，包括雾峰、太平，这我给你建议哦。对，征财活动、劳资纠纷在你的剧本部，我知影。征财活动代理工业区，啊，武馆又较未到，啊，武馆嘛是真好个所在，过去嘛拢伫遐办。代理工业区也有另外工业区，吼，会使在遐办。你看定期各工业区，恁做一个真好个宣导。一定爱功课，是啊，就近嘛。有的人嘛问，我都食到了，我都食个近就好啊，趁者趁少，我近就好啊。家庭照顾会到，老爸老母照顾会到。就安尼，我请教你，迄个本来阮都有咧宣导啊，咱代理软体园区，即摆已经起要啊，伊刚抢占陆陆续续的进驻啊。代理工业区有5000人的就业机会，我建议你甲工业区的厂商协调。优先录取在地子弟，你讲好无？好，啊，阮其实阮做会到无啦？哎呀，因为阮即摆就是要规划各个工业区，我们都要提供一个主动性服务的。哎，是。是，好，这个我们一定会做好。哎，谢谢议员，谢谢。好，谢谢。好，谢谢林议员。
那我们上午的议程呢就此结束，休息到12:45准时开始，谢谢三位。